于在众过大岛至众星谷，女孩大喊师弟要快帮人家拖住，而我一个闪身躲过。师弟，你这是为何？哪知他仍不死心，尾随我到宿舍，而我早已看清他的真实目的。穿好你的衣服，请师姐好自为之。回想起自己刚刚穿越来到这个修仙世界，睁开眼还没感受到柔软的美好，男人便被仙子一把掀飞。伴随宿主记忆碎片涌入脑海，他不仅发现自己穿越来到游戏世界，而且还成为游戏里的倒霉配角贺青阳。这时只见另一碗羞愤的抽出大宝剑，方才挑战已见分晓，师弟为何不依不饶，甚至还将我？话没说完，便被师妹打断贺师弟，你快放弃吧，您师姐不会喜欢你的。见男人一脸无辜，另一碗嗔怒师妹不必和他啰嗦。说完，撅起小嘴，留下一句后会无期随即离去。而直到此刻，贺青阳才后知
而此刻，他假借半岛之名，汹涌之势迎面袭来，师弟就武。而贺青阳则是一个完美闪身，师弟你为何不接住人家摔的人家好痛？有师姐你冰清玉洁，我怕毁你清誉。还是劳烦你自己爬起来好了。下雨了，赶快回家收衣服。奇怪，这家伙怎么变聪明了？可要是就这么回去，如何向秦师兄交代？而如今贺青阳仍是外门弟子，根本没有下山令牌，出不了苍穹元界半年后，自己大概率会被您一碗劈了。不曾想，柳如烟竟又出现在门前，人家又不比宁师姐难看，师弟为何拒绝？说完，轻轻关上房门，卸下宫装，露出傲人曲线，一股魅惑之气随着他的身形飘散，竟让贺青阳情不自禁，眼看猎物就要上钩，没想到贺青阳竟抵御住了媚水。如烟大帝被他一掌轰在墙上，这就是修仙者的实力
我还是输了。他这人好生奇怪，都说他喜欢我，可我却不这么认为。其实我并不怎么讨厌贺师弟，只是。 算了，你还只是宝宝，又怎会听懂？而让贺青阳鼻血狂喷的是，仙子居然当着他的面脱去了工装，并且一个招呼不打，毫不顾忌一把将他搂入怀中，便进入梦乡。望着仙子熟睡的脸庞，只觉他灵腰体香气更盛。作为狗宝宝，不能有所作为。老六怒火中烧，次日一早化为人形，贺青阳早早来到大殿。这莫不是昨天挑战宁师姐的家伙？失恋仙子就算了，还总是找他麻烦，真是个奇葩。而因为任务已经排满，眼下只剩下因为积分奖励过少都不乐意接。地级任务花水楼干尸案，没想到贺青阳二话没说，直接。 选择接手，而当晚正青青便又找上门来，恭喜师弟领到了任务，还有我听说宁师姐也刚好领到任务，还有离你的任务地点也不远。等你回来，一定要讲讲和师姐的风花雪月，好让我边境风华路。万一哪天你俩成为道侣，估计我也在苍穹元界扬名立万了。而第二天走了很久才来到山下，贺青阳本想去河边补充些水费用，不料恰巧碰到一个人在此慕名，洗过澡的都知道，中途被打扰让人很是不爽。然而如烟大帝不是凡人，此刻竟跳到男主身上让其负责，因为在他眼里，自己的名声比起吸取贺青阳的修为。
简直不值一提。师弟告诉我如烟哪里做的不好，却换来贺青阳的一句师姐你有病吧。说完便没再理会柳如烟的纠缠，转身向着左耀县的方向走去。大帝终于意识到了贺青阳的变化，可明明他之前对自己的投怀送抱是受用了，而发生的这一切被同门尽收眼底。这个家伙一边爱慕你宁师姐，一边又与如烟不清不楚。而宁一晚秀眉紧锁，却表示他人之事少管为好。说完走出结界，却不知接取的任务与贺青阳同为左耀县。大半日过去，终于到达任务地点。虽然街中场景都在游戏里见过，但实际看到的感觉依然很是奇妙。而此时的花水楼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人来人往，以至于听说有客人来访，老板娘急得竟亲自下楼接待。得知来人竟是苍穹元界来此除妖的天师，更是没忍住泪水，直接扑到贺青阳怀里，花枝乱颤。原来就在半个多月之前，一个来此的客人在姑娘屋中一命呜呼，并且正人君子的腰子也被偷走。结果从那次开始，每隔三天便会被嘎一个男客。而龙翔司蹲守几日也毫无效果，不得已自己才请人前去苍穹元界寻求天师。这时自楼上缓缓走下一位丽人，来人正是花水楼的头牌秀儿姑娘。因为时至今日，所有房间都出了人命，此刻只剩下秀儿姑娘的房间还没出事，因此贺青阳决定暂且借住客房，明日一早便与秀儿互换房间，以守株待兔。大宝剑有了今晚再临时抱个佛脚，只希望那妖物不是很难对付。哪知老六刚刚有了信心，下一刻便又化为狗身。算了，还是睡觉先。而此刻在十里之处城外荒郊野岭，宁一晚假扮凡人少女引来任务标注的魔教邪修。而在祭出仙剑的那一刹，仙子恢复成冷若冰霜的模样，水月镜花四个字脱口而出，外加一声娇喝，毁天灭地的能量波及四方。片刻后哀嚎之声四起，而面对邪修求饶，仙子仿佛不曾听到，杀伐果断之气，众生为之胆寒。除魔未到，妖物已诛，脚下飞剑骤然加速，前去的方向正是左耀县的花水。第二天一早看到贺青阳如约而至，秀儿忍不住打趣询问，你就真的不怕被嘎妖的？贺青阳却直接进屋懒得理会他的嘲讽。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来人居然是正想准备住店的师姐宁一晚。真的是冤家路窄，越怕谁谁越要来。如果让他知道那晚与他同床共枕的狗子就是自己，估计自己不是被卸成八块就是九块。就这样，贺青阳想着如何能躲着宁一晚，一想就是一天。直到三更时分，一道尖叫之声响彻后院，本天师来也。可看样子已经为时已晚，只见秀儿姑娘已被歹人挟持，身旁躺着的赫然是刚刚秀儿房间的正人君子。而歹人显然是低估了眼前男人的实力，待他反应过来，其攻击已经悄然将至。糟了，是天师！认出贺青阳身份，歹人扔下秀儿向城外逃去。见状，贺青阳吩咐秀儿大声呼救，随即追击。而吓到脱力的秀儿没呼救两声，便出现师姐宁一晚的身影。简单的倾听事情过程后，宁一晚这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天师，可为何自己来的时候却没发现其到底是何方神圣？就在刚刚，贺青阳于恶人手中救下花魁秀，眼看黑衣人消失于街头拐角，可就在这时，探出一只白玉般的小手，以他的妖兽本体可以很轻松地看出，站在他面前的女子正是一只狐妖，而狐妖很显然与他是旧相识。多日不见，贺公子别来无恙，快随奴家去妖族集市。而等二人穿过结界，看到里面妖来妖往，贺青阳不禁恍如隔世，想必原主被自己夺舍前应该经常来此。下一刻的场景便将他的想法印证，只见狐妖将他带往一处偏僻小屋，三只小狐妖发出阵阵惊呼，抱住便不撒手。公子去了哪里？可曾记得答应过娶我们四个回家？直到大狐妖嗔怒，这才肯罢休。而后他递过一条可压制妖气的手链，只有大成期修士才可感知，而这碰巧是贺青阳此刻最需要的东西。其实贺公子不用付钱，想必你也知道我的心意。而除了手链，贺青阳此时还急需一些妖族丹药，经过与冠妖老板讨价还价，最后用人界带来的小玩意换来一颗起死回生丹。很快他便回到花水，虽然人跟丢了，但得到两件宝物也不算亏。就在这时，脖梗一阵冰凉，贺师弟，你追的人呢？还有你身上为何有如此重的妖族气息？贺青阳则辩解，应该是与妖人搏斗时留下的妖气，而手链的遮蔽倒是没让宁一晚发现端倪，这才让他在师姐面前捡回一条狗命。我会飞信掌门申请将任务延期。而当两人询问秀儿可否看清妖人面孔，秀儿则是欲言又止，面色变得羞红。师姐又询问老板方圆百里可有其他类似花水楼，得到否定答案，师姐记上心头。很好，妖人几日后肯定还会再来，在这期间我便扮成花水楼的花女，而我师弟则假扮成来此地的正人君子。为防露出破绽，今日起我两边一起同住，让贺青阳有苦难说，自己一到晚上便有可能变成犬身，到时候妖人没除，自己先被师姐劈了。以至于为了能够保命，贺青阳苦练只为有所突破，而这一切也被宁一晚尽收眼底。自那日挑战我后，这家伙似乎变了个人。回想他当着众人扬言要在苍穹大会打败自己再娶自己不能，可明明自己之前与他并无任何交集，真是一个愣头青。而随着夜幕降临，就在贺青阳有预感今晚要变成狗身，哪知师姐却表示此刻应该沐浴就寝。见状，贺青阳想借这个理由换个房间睡，岂料师姐表示你曾扬言想娶我做媳妇，为何变得如此拘谨？当听到贺青阳说到那时只是年少无知，师姐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
如果我非要你服侍我沐浴呢？快去给本师姐打一盆洗澡水，迫于仙子威名，贺青阳只能乖乖照做。在屏风后暗自祈祷，千万不要变成狗子。而当听说外门根本不会传授任何东西，命一碗表示若你想学内门法则的话，我倒是可以教你。出于素质，贺青阳亲自探进头来表示感谢。仙子怒喝看够了没有？抱歉师姐，激动了。还有你不要多想，我不是私下传授，只是为了捉妖时你莫要拖我后腿。听明白了吗？可就在这时，由于激动，贺青阳的狗尾冒了出来。完了完了，我就说过今晚要变狗。 表面上男人被师姐拒绝一万多次，但每到夜幕降临，他却能化成狗子与师姐。哪知今天另一晚却刻意将门窗封印，老六胆战心惊，一个大果男明早在他房间出现，自己肯定被劈成八瓣。就在刚刚，由于贺青阳奉命打水，结果忘记变身时间，眼看人不变成狗样，索性在现出原形的一刹那也没人发现。来到野外，他扒开草丛用狗眼一看，却引来一位妙龄少女的警觉。而少女明显爱心很是泛滥，以为贺青阳是谁家的狗狗，走丢了出来觅食。随即递上一份烤鱼，哪知作为少女的灵宠肥猫。 警告吃完赶紧走。贺青阳也来了斗志，是不是怕我给你争宠？毕竟我比你这只肥猫可爱多了。话音刚落，肥猫炸了，猫狗大战随即展开。见状，女孩本想起身拉架，不料被石头绊了一下衣服，又被挂在树枝。早在地上的一刹那，狼狈且优美的身形被狗眼看见。贺青阳目不转睛，面色变得红润，喵喵一拳轰来我的主人，不许你看！ 带到女孩将衣服整好，看到贺青阳留下鼻血还贴心的为她用手帕擦拭。天干物燥，狗狗记得要多喝热水啊。而肥猫自然在清楚不过色狗为何鼻血狂流。就在这时，身后草丛响动，女孩是因为逃婚才离家出走，所以以为是御兽一族的父母前来将她找寻。没想到一道丽影出现，来人正是寻找贺青阳的师姐命一晚。看到贺狗，师姐感觉很是眼熟。我乃御兽一族秦莲心儿，你又是何人？听闻师姐回到苍穹元界流泉峰，命一晚你是月华君，女孩跳了起来。天哪，我终于见到偶像！情到深处，小迷妹变得不知。 居然直接掏出一把小刀，衣服也再次被他扔飞。露出后背，执意让师姐为他用刀刻的签名。签名就算了，不用这么客气。师姐无语，不如我送你一件我的东西吧。说完，递过一把自己每天用的梳子。秦莲心则如获至宝，狂笑之声响彻树林。见状，贺青阳本想趁乱开溜，不料还是被另一晚发现贺退狗。所幸有锁链，用以遮蔽气息。另一晚没有发现端倪，也只是想把他带回家，为防止他乱跑，因此还系了一道狗绳。当听说师姐住在花水楼，秦莲心表示自己要和偶像住在一起，而安顿好秦莲心，天色已晚。 贺狗知晓今晚又逃不脱被撸的命运，毛毛好软，身上也没有狗狗那种臭臭的味道。宝宝既然有你了，那便让贺师弟离远一点吧。说完，另一晚掐指一法力封住门窗，想必贺师弟回来后就知道该怎么办。而贺狗心中慌的一批，等明早自己变回人形，师姐会是什么表情？我不愿意放我走行不行？可下一刻，在师姐怀里，狗子却撒了欢。完了，不知不觉被师姐的灵咬体吸引，还好现在是狗，要是人的话，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可一只可爱的狗狗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再说我也是被迫，只能算是个受害者。 小狗狗，快睡了，明日我还要传授贺师弟内门术法，希望他学得快一点。时间很快来到深夜，贺青阳强忍睡意，终于熬到宁一晚进入梦乡，看到师姐娇憨的侧脸，他甚至有些不舍。然而求生之欲断了他的念想，看到紧闭的门窗，此刻他不得不做出选择，那便是强行拆家。 一个是发誓斩尽妖魔的师姐宁一晚，一个是从小爱慕自己的丁明小狐妖。作为一只犬妖，你会选择谁？就在刚刚，贺青阳费尽心机打消师姐询问自己为何有妖气的疑问。晚上竟又变成狗子惨遭师姐强撸。若是明早变回人形，估计场面会精彩万分。然而门窗已被宁一晚施法强风，贺狗此刻别无他选，强烈的求生欲让他现场挖洞施工。哪知发出的响动过大，宁一晚被吵醒，狗狗你在干啥？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小姐？让我放你出去吗？贺狗忙不迭点头示意。而等师姐把封印解除，狗子瞬间。 没了踪影，真是的把狗狗憋坏了。不对，有妖气，化作流光，宁一晚循着气息追去。而贺青阳庆幸捡回一条狗命，明早变身成了野外路出可总好过被师姐卡了。还是先去妖市集找小狐妖换套衣服穿。记得那天就是从这里进去的，怎么没了入口？丁敏说过，由于人类仇恨妖族，所以入口不能固定。正宗妖族天生能感知妖市集，可自己只是个穿越之狗。就在贺狗胡乱寻觅石头上滑。 到罡风，丁敏貌似没看到自己，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并一头扎进传送环中，找到了这里就是入口。可为何会有师姐身上的香味？下一刻，宁一晚的身形出现，师姐怎么哪里都有你？在变身的一瞬间，贺青阳钻进妖界。 原来宁一晚感知到丁敏妖气，一路追到这里。随着气息突然消失，他猜到此处必有妖市集的入口，可凭人类不能感知出具体方位。仙子冷哼一声，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妖市集的秘密，将你等一网打尽。然而妖界那边此刻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阵阵娇笑之声在集市中可谓不绝于耳。贺小公子今日又是玩的什么花样？没想到公子如此英姿勃发，而且颇有现身精神。 而贺青阳彻底找到众妖捧狗的感觉，还好在变身前进入妖族的地盘，否则等待自己的必定是师姐递来的大宝剑。好了，各位姐姐回头再聊，毕竟狗子的脸面也很重要。丁姑娘，开门，快给我件衣服。
刚刚还柔情似水，胸怀天下，转眼却冷若冰霜，刀剑相加。明明是同一个师姐，为何面对自己化成犬妖和变回人形会有两副面貌？难道真的应了那句人不如狗？ 就在刚刚，寻找妖师入口，鹤狗顿觉头顶划过罡风，只见狐妖无比娴熟的一头扎进妖精，而师姐命意宛在身后狂追。为了不暴露自己犬妖身份，鹤狗随即也逃往妖界，进去一瞬间变身时间已到，身无寸缕之下引来妖界众女纷纷叫好。而等感到小店三个小狐妖明显也吓了一跳，原来是鹤公子。此刻就算瞎子都能看出狐妖妹子藏有心事，而随着妹子掐指结印，一套烧气无比的衣服套在她的身上。为了下次切换形态不这么狼狈，鹤公子应该去妖市集百物堂换一个洞空石才好。原来七口 中的洞空石只是人类所用的储物戒指，换了一个名称。只要拿一些人类有趣的物件，便能轻松换取一枚。而当贺青阳问起怎么不见狐妖丁，小狐妖支支吾吾，明显不愿回答。鹤狗也不再追问，记得替我向姐姐问好。走在中年不见阳光的妖族街道。对了，刚刚您师姐应该在追赶某个妖族，就是从我身边搜的一声进入妖市集的那个。不知道师姐此刻走了没有？不过妖市集入口与出口每次不在同一个地方，应该遇不上吧。时间来到花水楼，为了做戏，鹤狗第一时间来到师姐房间。哎呀，师姐怎么还没睡呢？宁一晚 则反问：“吃个面难道还需要换套衣服？”是这样的，师姐，有个该溜子烧扰店家女儿，被我英雄救美，但不小心衣服被撕破了，这是店家借给我的，明天还要还回去。是吗？行侠仗义倒是好事，但你今晚不用睡在这屋了。鹤狗心中暗喜，口中却表示会不会影响捉妖计划？无妨，因为我的天师身份已经暴露，今晚妖犯来此踩点已经被我打伤。我追了他几条巷子，结果被他躲进妖计室。来花水楼踩点难道还是那只嘎人妖子的妖？明明其之前被我打伤，为何会如此心急再次作案？师姐则分析，或许正是因为被你打伤， 才想来碰碰运气，嘎个腰子进补一下。说完，宁一晚以夜深为由下达逐客令，而历经种种，贺青阳睡意全无，如何也想不明白大妖为何对花水楼如此执着，宁愿冒着被刀的危险还要来这，更让他想不通的便是师姐为何对狗子那么温柔，对自己却就一脸嫌弃。可明明自己就是那条狗子，要是对我有对狗的十分之一好，说不定苍穹大会中自己能捡回一条狗命，你说不定。 本是孤高冷傲的天才少女，却第一次被男人拨动心弦，甚至为了能与男人朝夕相处，他不惜放下身段。第三下四至为求得师尊成全，就在金彩万分但又不可描述的一夜过后，秦莲心拦下准备前往小树林继续鏖战的二人，表示也想追随偶像宁一晚一同修炼。而很显然，大灯泡子不受两人欢迎。师姐表示预售和苍穹分属两个派别，属实不太方便。秦莲心略显失望，但也不好多言。而当师姐询问贺青阳此刻是何修为，不瞒师姐说，来也是丢脸小弟前日才突破到炼器境界，倒是无妨。 今日传授之法，第一阶炼气境便可以学了。现在你试着踩着水面道河的对岸，见贺青阳面露难色，宁一晚当场示范。记住，身体要尽量放松。首先将气聚于脚底，控制水流，紧接着将气温和的推出，就如水面漂浮的树林。哪知原主对于修行之道理解快于常人几十倍，下一刻便已掌握云步精髓。师姐惊到张开小嘴，什么意思？你这就学会了？不对，你之前肯定就会为何要骗人家。师姐，我只是照你说的做了一遍，真的没有骗你。贺青阳无语，这犬妖原主居然如此逆天，也不知这几年啥也不会，他是 怎么做到的？遭了师姐会不会怀疑我的妖族身份？毕竟当初他足足用了七天，而我转眼便已学会。而对于此等修行天才师姐，怎肯放过？玉手换出飞剑，赶快禀报师尊，让他将其转至流泉峰，成为内门弟子。而贺青阳无语，这样下去不出五天便能突破化。看来要去趟妖市集找个能隐藏契机的法器。男人太过出色也不是好事啊。时间来到花水楼厢房，四下无人。宁一晚无比虔诚地请出师尊令牌，慵懒的声音传来：“乖徒儿找师尊有何事啊？”师尊呐、啊，您和炎阳峰主是师姐妹，想必从他那里要一个外门 弟子应该不难吧？师尊疑惑是何人入我徒儿法眼？是炎阳峰一个叫贺青阳的家伙。听完令牌嬉笑，哦，我知道他了。我在异闻录上看过你和他的风花雪月，写的还挺浪漫。师尊，你快闭嘴！ 怕什么？整天跟个闷葫芦一样，徒儿你哪辈子才能找到道理呢？还敢舔着老脸笑话别人？貌似您的道侣三年前便弃你而去了吧？被戳中痛点，师尊关掉通话，令牌摔到地上，可以看出老仙女极为不爽。真是的，看来要回到宗门亲自去求他了。 温馨提示：由于本集画面相当炸裂，部分剧情需要宝子们自行脑补。谢谢。上集说到宁一晚击退狐妖花水楼，生意又火爆了起来，客人多到踏破门槛，老板娘恨不得亲自上场。而师姐暗道，虽然妖犯上次被自己打成重伤，可以休养半月，估计很快又要卷土重来。执念如此之深，想必他必定与花水楼有某种渊源。说话间，肥喵蹦了出来，秦莲心大喊：“铃铛察觉到了妖气！” 这妖族很是谨慎，一定携带着某种压制气息的法器，想必那妖族已混入人群，可我们又不能贸然行事。那就等他行凶时，妖气暴露，再将他定位斩杀。话说师姐，他明知我们坐镇在此会不会不用妖法，就是随便找个男的打晕了，实施古法物理嘎两个妖子，如此在人们眼皮子底下嘎人嘎妖子，岂不是更过瘾？
拜托师姐别用这种眼光看我。而听说秀儿姑娘带病休养几日，今天又出来工作，可为何感觉她的气息与之前有所不同，甚至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难道是在这里住久了？不对，想到此，贺青阳奔向三号包间，屋中明显有异。贺青阳踹开房门，血腥的一幕瞬间映入眼帘，方才还斗志昂扬的王老财此刻腰中明显少了点东西。兄弟，不要放弃我，老哥我还有救呢。只见秀儿手中还绣着一把萝卜。贺公子，你还是来了。话没说完被击中手腕萝卜脱手，原来是宁一晚赶来妖孽快快受死。看着还在呢喃着自己名字的妹子彷徨而无助，贺青阳仿佛明白了什么，可面对一心除妖的师姐宁一晚，他丝毫不敢声张，此刻能做的只是取出仅有的一粒还魂丹。老哥呀，其实我懒得救你，但我不想他身上再多一些罪孽。此刻离城十里之外，宁一晚吩咐小琴断尾，自己则去前方堵截。而秀儿明显变得体力不支，宁一晚掐指默念法诀，法力加持下双腿腾空，秀美且又伶俐无匹的身形瞬间闪到秀儿跟前。妖孽，看你还能跑到哪里？除魔卫道，我辈义不容辞。眼见秀儿欲言又止，却听秦连心大喝一声，妖孽看招。说完奋力甩出肥猫，干啥都不行，吃啥都不剩的废喵，竟附体纹身表哥成为斑斓巨物。眼见秀儿就要玉殒香消，贺青阳匆匆赶到，师姐且慢，先问清楚他为何行凶，再做决断。你不迟，还不能相认他是丁敏姑娘，否则难以跟师姐解释。而丁敏也明显看出贺青阳的难言之隐。好吧，那你倒是说说看，还有真正的秀儿姑娘呢？见丁敏依旧三分不屑七分不甘，你不说也没关系，我只要知道你为祸人间就足以替天行道了。呵呵，替天行道，难道天道只站在你们人类这一边，别的族群就该死是不是？人族修士无缘无故斩掉的妖族还少吗？而我送走的那些男人死不足惜。嘶吼间，丁敏不再掩饰，化身成为狐妖的本来面目。贺青阳也不再退避，师姐，这是我领的任务，就让我来面对吧。而丁敏稳下心神，奴家于两年前曾在左耀县救下一位书生，好无语，几乎能猜到剧情了。我从山贼手中救下他，并赠与他金银珠宝，只因为他说要上京赶考，好造福众生。然而有人却告知他根本没有读书，而是整日混进花水楼中，并将我赠与的钱财挥霍一空。而等我前去探求负心人的真相，竟亲眼所见他与那个秀儿厮混，眼见事情败露，他居然向龙翔司指认我是妖族，且要害他性命。龙翔司根据他的线索将我族人捕杀，性格高人相助，我和三个妹妹侥幸逃脱，而其余族人无一幸免，所以我要让这些男人付出代价，让他们屈辱，让他们毫无尊严。说完丁敏擦干眼泪，事已至此，你们要杀便杀。哪知场面竟变得安静下来。师姐你意下如何？这是师弟的任务，关我毛线事？说完宁一晚祭出飞剑离去，秦连心也骑上喵喵表示回家。此刻场中只剩两名妖族同道，感谢丁敏姑娘帮在下隐藏身份。小狐妖则红了眼眶，本该是我感谢公子的。说完周身脱力，顺势倒在贺青阳的怀中。奴家刚刚所说的高人正是贺公子的家人，所以说来奴家的命本就任由公子定夺。贺青阳沉思片刻，放你走，若再遇到师姐，以他的处事之道绝不会饶恕你。望着丁敏那秀美的脸庞和期盼的眼光，贺青阳说道，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你愿意成为我的灵宠吗？在修仙界，若论纯情，无人能及柳如烟。师弟，我的眼睛刚刚不小心进了一块板砖，快帮人家吹一下！拜托，滚出去！立刻，马上！就在刚刚，狐狸丁敏露出狐狸尾巴。虽然小狐妖不想连累贺青阳，但试问谁能抵挡这软到拉丝的期盼目光？跟着我，以后你就是我的灵宠。时间来到花水楼，老板娘扶住胸口，谢天谢地没有出事，多亏有两位天师的出手。若再发生命案，我这生意真的要关门大吉。宁一晚则是一脸懵逼，流了这么多血还没祭，这老头难道金刚葫芦娃附了体？这时贺青阳姗姗来迟。师姐，妖孽被我制服了。听到消息，老板娘喜极而泣，两位稍等，我这就派人去取两位除妖的酬金。而听到制服两字，宁一晚瞬间冷脸说道，你还是心软了。师姐，狐妖虽然有错，但来这里的也绝非正人君子，况且是那书生背叛在先。说完贺青阳露出手环，表示已将其收为灵宠，那就让他用自己的一生弥补所犯下的罪孽。师姐满含醋意，还不是看那狐妖长得漂亮，若是换成个猪头妖，你还会如此？由于任务完成，次日清晨三人告别，秦连心逃婚被父母发现行踪，只好先回家再做打算，二人今晚也必须回到苍穹元界。一路上宁一晚对贺狗变得极为冷淡，算了，反正按照剧情原本就要躲着他的。而等来到宗门掌务阁交付任务，八卦主编郑青青早已蹲守多时。贺师弟，快说你和宁师姐有没有一些进展，到底有没有突破那层界限？还有，我觉得宁师姐对秦师兄没有一点意思，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吗？可我记得游戏里我这 NPC 不停纠缠，才导致宁一晚跟了秦深，难道这女主的情感走向跟 NPC 的纠缠有关？都怪当初总是跳过游戏情节，剧情都记不起来，算了，还是睡觉先。这时才发现被窝里有一坨柔软，何人想要暗算小爷？而柳如烟一脸媚态，总算回来了，人家等得你好苦。那师姐为何躲在我的被子里？因为听说你回来，人家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贺青阳无语，这奇葩果然对秦深一往情深，一心要吸了自己修为过度给秦深才肯罢休。师弟啊，你不要不好意思，到底哪里做的不好，人家改还不行？而贺青阳不想再和他浪费时间，实话说了吧，你想做什么我清楚得很。柳如烟神色变得慌张，你知道什么？这计划除了自己和秦师兄外，再无旁人知晓啊。下一刻贺青阳感觉还是不要暴露自己有上帝视角为好，况且之后秦深与魔族勾结，这女人也只是一枚可怜的棋子。师姐，我的意思是
是当然知道你喜欢我了，只不过在下还没心理准备呢。吓死我了，还以为这臭小子都知道了呢。来，师姐，我送你回家。姓贺的你就不能给我一件衣服先？屋中贺青阳深知得不到自己精血，这两人肯定不会罢休。情深，是你对我图谋不轨的，那就别怪我抢走你所有的机缘了。正出水的师姐被男人当作成了空气，每天拒绝一万次。然而下一刻，男人却在外面撩起了小狐狸。就在刚刚，贺青阳来到巨岩峰寻找魔族交易地点，想那柳如烟屡次想把自己吸干好，将精血让渡给秦深。既然如此，那就别怪自己抢走伪君子秦深的机缘。而狐妖丁敏自指环现出娇艳的身形，天生机敏的嗅探出妖族气息就在附近，粉色罡风伴随狐族特有的香气。两人很快来到一处雄伟瀑布之前，而丁敏确定其藏身之处就在瀑布的后面，随即自告奋勇化作流光前去窥探。贺青阳则留在瀑布外警戒以备不测。此刻洞内只有魔族一丝残留的气息，而此处应该就是秦深与魔族交易的地点，不过今日这里没人。下一刻，丁敏娇躯一阵明显发觉端倪。公子，敏儿找到了，这个东西必定是魔族作为交换而赠与秦深的宝贝。而回到屋中，贺青阳仔细查看，疑惑要不要打开一探究竟。随着机关按下，顷刻间爆裂的紫光差点将屋顶掀翻。作为合格的妖族，丁敏显然见多识广。恭喜公子，这可是不灭辉光了，这股气息人家熟悉的不要不要的。想人家在年幼之时曾亲眼见过魔尊以此物挡住妖王全力一击，看来这就应当是公子的机缘了。说完，妹子开心的轻舞起来。可是这玩意怎么用了？难道要大喊般若波罗蜜？算了，实在不行用锤子。这时丁敏表示，当时除了发现这个箱子，还有一团不知名的灰烬，自己没来得及查看。听完，贺青阳绞尽脑汁回想剧情，难道是魔尊被仙界围殴受了重伤，气了之后化成的骨灰？可这个节点魔尊应该没记才对，毕竟后面还有很多关于他的支线，看来最近必须要多注意秦深的行踪。下一刻窗外传来响动，原来是宁一晚亲手养育的信鸽，此刻带来的正是他邀约的书信，署名月华仙君。而看样子仙子明显已等候多时，月光映衬下宁一晚娇艳欲滴，美到与星月同辉。明早我必须下山任务，正好趁今晚传授你浮云二式。而贺青阳不解什么任务需要如此急着下山。听完宁一晚美眸光华流转，你是关心任务呢还是在关心我呀？然而不等回答便传授其招式动作，你要感知空气流动，寻找一丝承载，当你真正身心合一，空气便会如同大地一样稳固。还有拿小本本记下，我这次的任务在春城。说完，仙子娇艳的身形化作流光离去。哎呦，我的公子可不得了了，月华君特意告诉你任务地点，这暗示简直不要太明显。哪知贺青阳一把将其揽住，拔地而起。丁敏啊，师姐刚刚传授的身法本公子学得如何？妹子甚至不敢相信只学一遍就会。公子你到底有多少秘密啊？告诉人家行不行啊？因为不清楚师姐大雷的尺码，男人索性每个尺码各买一件。眼看师姐对贺青阳刚刚有了一些好感，大师兄竟仗着身份想在众人面前横刀夺爱。就在刚刚，贺青阳来到掌物阁挑选任务，老头爱答不理，只有一个春城的任务你做不做？贺青阳提醒，上次你可是弄错了任务等级，害我差点丢了信，要不要我帮你宣扬一下？小兄弟有话好说，大不了这次任务我多送你两个积分，呵呵，算你老头识相。就在这时，一众女修喊着秦深师兄现在广场，咱们几个凑得多近又有什么用？全宗门都知道秦师兄眼中只有您师姐了。原来宁一晚也在这里，想来是他与秦深领到一个任务，可看样子他始终与秦深保持一定距离。而小狐妖主动请缨前去探听。放心吧，身为主人灵宠，除非我主动现身，否则不会暴露。而秦深大献殷勤，此番任务您师妹要多费心了。宁一晚则颇为反感，以师兄修为确定需要我费心。小狐妖无语，这货听不出人家姑娘不爱搭理你。而后宁一晚沉下脸，这次任务希望秦师兄能活下来，别打在外面就好。老六听不出弦外之音，认为妹子在关心自己。等半年后我在大赛拔得头筹，一定要取这高冷仙子过门。探听归来，小狐妖报喜，公子这个秦深没机会，仙子根本就不喜欢他。还有这家伙听不出好赖话，脑袋不太灵光的样子。听得贺青阳搞不懂原主到底做了什么才把师姐推到他的身边。走吧，听说我们这次也有新的队友，不过去之前要先在市集疯狂采购一番，到时候在妖市集不知道能换多少好东西。时间来到傍晚，苍穹元界此刻作为约定地点，作为队友短发妹子早已等候多时。而贺青阳拎着老大的包袱自报一番家门，李金灿则表示，我听过你的大名，人家一直在异闻录看你和您师姐的同人画，不信你自己看看，写的惟妙惟肖，画的活色生香，简直是人家的启蒙之书。贺青阳无语，我与贺师姐只是普通的同门，行不行？不要解释，再说我真的很期待苍穹元界首席被拿下的那一天。几日过后，二人赶到这次任务的地点，听说这王家大宅短短时间家人已没了大半，龙翔司事务繁多，没时间管这种案子，才请我等前来练手。贺青阳疑惑，龙翔司很忙吗？没错，我听说是魔尊祭了，故而魔族内部大乱，来到人间到处为非作歹。魔尊祭了，哪里来的消息？妹子回道，我也是道听途说，还有您师姐二人此番便是前去猎杀魔族之人，不过以我等修为还是做这些小案子就好，关于魔族我们插不上手的。贺青阳不解，若魔尊真的记了那秦深与魔族的哪个在做交易，看来情况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而随着院门吱呀一声打开，森冷的寒气瞬间袭向二人，面色惨白的管家缓缓开口，还问两位找谁。得知是前来办案的天师，管家不失礼节的请二位进门。话说贺同门，你这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没什么，就是些商品街买的便宜法器，万一能派上用场。
而院中丫鬟明显怀有心事，细看下每个人俱是印堂发黑，房间安排妥当，管家表示去招呼老婆过来。虽然李金灿来之前已详细阅过案卷，此刻看到石井仁庆幸在不处理，恐怕会死更多的人。还有听说王家主母突然起不来，床帘女儿也是很少露面。来看看他们到底招惹了何等妖物。说完，李金灿掏出随身携带的罗盘，法力催动下，指针飞速转动。不多时，缓缓停止。而指针指向之人正是一头雾水的贺青阳。李金灿秀眉微皱，贺同门，你这是？贺青阳无语不是吧？我身上可是有遮蔽气息的锁妖链。 本是豆蔻年华的千金小姐，如今却被妖物附体迷惑了心智，甚至连前来除妖的女天师也是无计可施，甚至于惨遭毒手。就在刚刚，李金灿取出罗盘，确定妖物方位，哪知指针分毫不差，直接指向贺青阳。贺狗连连后退，难道自己身份要暴露，却仍强装镇定？李同门，你的罗盘莫不是充话费赠的？还真被你猜对了，每次锤两下还能继续用。第二次指针竟直接指向前来迎客的王老。 让两位久等了，老者面容枯槁，眼神明显灰于阴暗。贺狗无语，这盘子到底有多山寨？这王老爷别说邀请了，连人气都快没了。李金灿收起盘子，我不用了还不行？而王老爷轻叹一声，自己衣冠乐善好施，不知得罪了谁人，要如此图害我们王家。贺青阳提议，既然夫人不便，不如先去看看王小姐的情况，却见王老爷更加神伤。怎么？看来不方便，不是不方便，而是非常不方便。尽管如此，几人还是前往小姐所在的后院。而这个季节，满院桃花盛开，明显是有蹊跷。更怪异的是，小姐此刻如同鬼魅 一般的身形，和口中轻声低吟，唱给情郎的诗歌。而其眼中哀怨的神情丝毫不加掩饰。见众人前来，侍女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小姐唱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太吓人了。老爷，我理解你二人的苦楚，那便去前院再换两人过来。不满两位天师，小女如此疯魔，已许久了。那房中的光景更是不堪入目啊！李金灿则表示，除魔卫到乃是我等侄子。随后向屋中走去，我也是女人。那便先让我一个人看看王小姐的情况吧。深闺中，绝美的身形辗转缠绵，少女依旧，青阳却又如若身处 无人之境，直到李金灿一声轻唤，少女才定下身形，却又面露伤色。而此刻还无法断定其是中邪还是如何。哪知王小姐猛地回首，两人对视，下一刻诡异的光芒自其眸中闪现。怎么回事？周身如触电一般，再不能动弹半分，以至于双腿不能站立。李金灿无力地瘫坐于地上，下一刻少女已然闪到自己的面前，伸出玉手，自顾自地将发髻拆散。王小姐，你这是要如何？而此刻少女的眼中只剩一股鬼魅的紫光流转。 真是不得了了，本是第一次下山除妖，女天师反被妖物按在地上摩擦，还好贺青阳匆匆赶到，放开那个女孩，有本事冲我来！ 就在刚刚，由于同为女人李金灿一个人进入王小姐的房间，不料反被邪祟压制，双腿变得酸软，无法动弹半分，只能大声提醒王小姐不要让她控制神志。然而也无济于事，而见王小姐本体有抵抗之意，妖物竟强行让李金灿发不出任何声音，妹子放弃了抵抗，难道自己的清白要交代给另一个女人？而同一时间，贺青阳正在院中等待消息，可这桃花的花心如此鲜艳，看上去就很不正经。而自己之前在游戏里貌似飞过这个院子，下一刻听闻屋中动静，难道是李同门有难？想到此，贺青阳一脚踢开房门。 快给我住手！下一刻，老脸变得通红，只因两个妹子此刻的姿势难以描述。丁敏该你出手了，小狐妖应了一声，掐指捏出法咒，金光自指尖射出，小姐的身体应声倒地。随后，贺青阳则跑来询问李金灿的伤势，妹子无语，终究还是被看得一干二净。我的命好苦啊！而丁敏见状，丢来一块绸缎，这才将李金灿解开的衣物盖住。贺狗恼羞成怒，性盯的你是不是没事干？公子还没看够吗？还不快把人家姑娘抱起来！李金灿也接话，我的身体确实还不能活动。丁敏解释，姑娘中了幻术，导致身体僵硬，所以会显得 很沉重，需要公子稍稍用力。贺狗表示小菜一碟，我把他裹好了送去，踏上丁明一会帮他穿好衣服。而李金灿疑惑，丁姓姑娘实力远超贺同门，为何却甘愿被他收服？真是奇怪。而经过方才之事，王小姐多日以来第一次能安静的睡去。王老爷揪着的心也稍稍放松了一些。当然也没忘记询问李金灿身体是否恢复。王老爷，你不必介怀，赶紧找到症结除魔卫道才是要事。照此情况来看，贵千金恐怕是被摄了魂，而且罪魁祸首应该与阴邪有关。听完老头捶胸顿足，想我王家世代清白。 倘若传出去，岂非遭人指点？说话间，丁敏现出身形，不是恐怕，而是确定。我刚刚探查宅中各处都若有若无飘散的邪气，虽然没有发现根源，但这家中最多的便是一块块的镜子。而这时，贺狗回想，在游戏中曾经玩过一个副本，我说这地图怎么这么熟悉？貌似是一个进妖出没四下残骸生灵，而且此妖甚喜桃花和风雅之物，还有就是女人。而通关之法便是打碎镜子，将其逼退于下一面。可就是这么巧，收尾这个任务的主角 NPC 记得是另一晚。不过正好情深此番与师姐一起任务，好在能近距离观察一下 下性情的那厮，两位说的是跟镜子有关吗？王老爷缓缓开口，没错，最近夫人的确总是托人购买各种镜子回来。
男人怎么也想不到，随身灵宠居然缠起了自己的身子，而且小狐妖还并不止一次的暗示，其实有很多修士都与自己的灵宠有了超越主仆的关系。而此刻就在离城80里外，宁一丸假扮凡人少女引来任务标注的魔修，而在祭出仙剑的那一刹那，仙子恢复成冷若冰霜的模样，水月镜花四个字脱口而出，月光映照大地，剑影纷飞，哀嚎之声响彻四方，绝美且凌厉的身形让琴深都掩饰不住爱慕，不愧是月华仙君。说完露出自以为很帅的表情，师妹我们继续前进吧。哪知宁一晚一心挂念鹤狗，表示师兄先行一步，我去春城看看师弟和师妹。琴深哪肯分开，表示自己也要一起，那琴师兄请自便吧。而此刻在王家宅院，贺青阳梳理着案情，此境妖知晓自己二人修士身份还如此有恃无恐，看来修为精进不少，估计已害了不少人。丁敏则是有些想不通，他就不怕我们打碎镜子而无处可藏吗？呵呵，有些妖邪确实不太聪明，譬如说你这个小妮子。其实鹤狗只怪自己当初跳过剧情，只记得分为两个阶段，打碎镜子是第一步，而第二步会有一段极其香艳的剧情，最后还是宁一晚手刃了这个妖邪。可疑惑的是王夫人在其中是个什么角色，她又为何突然买了这么多的镜子，看来要去找她一下。就在这时李金灿伤势恢复，此刻也来到后院，想到身体被鹤狗看光，她的脸上不禁现出红晕，不过若没有这男人闯入，恐怕自己不止被看光那么简单。而为了答谢，李金灿透露自己乃是出自铸剑百年的李金家族，鹤同门若是放心，不如将铁剑给我，晚些还你一把加强版的配件。李金家族，原来你不是姓李啊。妹子有些无语，看来这家伙也是个9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却见贺青阳不假思索递过配件，那就麻烦李同门了。而李金灿走后，丁敏面露喜色，公子没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李金铸剑家族吗？那可是筑基修为也能练出神器的家族啊。可贺青阳显然没再关注这个，丁敏把你尾巴拿开，注意点分寸行不行？听完小狐妖得寸进尺，表示就是想贴着公子的身体，还有反正人家都是您的灵宠，以后吃饭睡觉娶媳妇我也会如影随形，公子又何必害羞。说的有些道理，看来我要早点习惯，但是先说好了，我要和你约法三章，我洗澡的时候你要禁止变为人形，否则我都不好意思搓你了。听完丁敏轻轻一笑，这人家可控制不住自己，实在不行公子跟奴家解除契约吧，放我出去危害人间，然后被你的宁师姐一刀劈掉，要么你就认命。其实很多修士都跟自己的灵宠，话没说完鹤狗露出坏笑，看来我家灵宠缠我身子很久了，公子欺负人家，不和你说了，人家要回手环睡觉了。与此同时在王宅之外，宁一晚二人现出身形，琴声淡淡到妖邪的契机并不太强，按理说我苍穹元界师弟师妹应该可以自行解决的，可宁师妹又为何要特意过来一趟？就在这时一旁走来粉毛妹子一行，琴师兄宁师姐，还真是你们来了。来了来了，继柳如烟之后第二个女配也登场，两人同样是载重远超负荷，而张宁儿歹毒的内心显然比柳大帝更胜一筹。就在刚刚，因为牵挂贺青阳，宁一晚匆匆赶来会合，而粉毛妹子二人明显已等候多时，毕竟宁一晚乃宗门首席，平日在宗门里也不是想见就见，正好趁此机会，宁儿想在旁边学习观摩师姐意下如何。师妹随意，即使宁一晚依旧冷若冰霜，看来也并不影响两个铁粉大喜过望，而琴深也更加坚定了追求宁一晚的想法，到时候无论用何手段也要拿下这个利刃。而随着宁一晚轻叩院门，管家一脸冷漠之色，请问几位找谁？在下几人来自苍穹元界，听闻贵宅有难，因此前来援助，几位天师快快请进。老头换了一副脸色，还解释贺天师二人也在这里，老奴这就带几位相见。而此刻贺青阳正查探王夫人的房间，夫人突然购买大量镜子的行为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老夫疑惑难道是镜子出了问题？看到贺青阳神色颇为凝重，老夫吐出实情，在半年前有一位神仙向自己托梦，说家中多装镜子可保佑王宅广进财源，王老才表示话虽不假，半年来确实颇有财运，可与此同时却也丢了不少人命。说话间贺青阳得知城南玉英观这个地点，老夫去过那里之后当晚便被托梦。就在这时管家赶来传信，呵呵，看来是宁一晚和琴深来了，和游戏剧情一模一样。而前厅宁一晚正对着镜子若有所思，看到扬言打败自己收做媳妇的鹤狗出现，仙子心中一动，却又故作矜持询问案情有何进展。鹤狗表示要去趟城南玉英观，而宁一晚脱口而出我随你去，丝毫没有理会一旁的琴深。听到琴深表示自己再次等待，贺青阳颇为不解，他不是应该贴着宁师姐不放吗？怎会如此豁达？这家伙很是可疑。丁明，你留下来监视他的举动，注意不要被他发现。而贺青阳想的没错，琴深本就想支开宁一晚，好在暗中获取魔族大人物交代的机缘。而宁一晚则秀眉微蹙，臭家伙还愣着干嘛？来了，师姐，等等我呀！而屋中为了讨琴深欢心，张宁将贺青阳点得一文不值，这便是黏着师姐不放的废柴吗？明明是师兄和宁师姐一同行动，却来了块牛皮癣，真是倒了胃口啊！没错，据说他根本没有修炼天赋，早晚会被赶出苍穹元界。琴深却故作大意，都是同门，不要这么说。而且他能接到这个任务，说明已经筑基了，那又怎样？他能赶得上师兄您用过的厕纸？还有女人的耳根子都是很软的。师姐明明之前很讨厌他，现在明显关系更近了一步。听得琴深再也绷不住，宁一晚是我的人，他的灵瑶体必须为我所用。师兄放心，等他回来我让他在师姐面前丢个大脸。与此同时贺青阳不禁打了一个喷嚏，谁在夸我？仙子嗔怒，臭家伙难道你染了风寒？记住不要拖人家的后腿哦。
只不过偷偷瞄了一眼师姐，看什么看？还有为什么离我那么远？你是不是也看上了我的灵瑶之体而故意接近？再用老掉牙的方式得到人家已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在刚刚，宁一晚一行来到春城，为了找机会甩掉秦深。宁一晚借机与贺青阳一同前往御音观，一路上生怕犬妖身份暴露，贺青阳始终与师姐保持一百多米。心中暗自祈祷今晚千万不要变口，否则在这女瘟神面前活不过三秒。而这小心思又怎能瞒过仙子？师姐不禁停下脚步，鬼鬼祟祟，你想做什么？贺狗解释要勘探地形。 所以走得慢些，眼见四下只有两人，宁一晚不再冷若冰霜。本以为会有段时间不能见面，想不到这家伙也跟来了春城。还有教你的浮云漂泊，你又学会了几分。贺狗表示要不要听实话，师姐假装嗔怒莫要跟人家贫嘴，而老六一脸得意，小弟不才当晚便已学会。虽然早有准备，师姐还是愣起了神。本是亘古奇家，可这家伙为何之前一直停滞不前？难道是装的？贺狗也是无语，估计游戏策划压根就没想让自己有过脑子。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再说总不能辜负我美丽的师姐吧？师姐则疑心，难道？ 他也是惦记自己的灵鸟体而故意接近自己，可看贺狗一脸懵逼，又不像是装的。宁一晚松了口气，不是就好，人家暂且信你一次。不多时，两人便来到城南御音观，只见烛火跳动，映照三尊雕像，形容不出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房间。细看下雕像的面容，明显透露出诡异之色。而两人巡视一番，整观竟没有一个看门之人。贺狗指了指这里，也有镜子。而宁一晚不解，你为何能确定是镜妖作祟？贺狗总不能说我玩过游戏机的剧情吧？可眼下被香火熏的，确实又嗅探不出任何妖气。说话间，一道 黑影自门外袭来，师姐小心后面，貌似蛇状的妖兽眼见得手，师姐则嗅了一把旱地拔葱，跃起的同时，仙剑已然在手。李雨林莽，化物境界妖兽，其修为相当于人类修士宁脉三境，因为佩剑在李经灿那里，贺青阳此刻帮不上忙，却见妖兽躯体又生出无数黑刺，看样子妖兽不可能才到化物境，师姐小心，他的契机至少可比肩人类金丹修士。听完师姐也是一惊，愣神间不料妖兽甩来巨吻，无从躲闪，吓宁一晚挨下重重一击，仙剑脱手而出，看样子明显已身负重伤。 面对妖兽的巨口离自己越来越近，可恶！没想到今晚自己要折在这里。哪曾想一个男人的身形挡在他的面前，只见贺青阳燃爆自己的丹田，星光炸裂间，妖兽被巨浪重重掀翻。 倘若你此刻急需借助外力提升修为，而轻轻躺在你面前的正是拥有天生灵瑶之体的师姐宁一晚，而面对此般诱惑男人，显然难以把控。这淡淡的幽香竟是如此诱人，还有只需轻轻一口，自己便可达到梦寐以求的境界。时间回到方才，宁一晚遭到李雨林莽的偷袭，关键时刻贺青阳用出法器不灭辉光，吃痛的妖兽选择暂且遁走，还好来之前查阅古籍，知晓了他的用法。可此物原本属于秦深的机缘，此刻还是不能暴露。而宁一晚因伤势过重，此刻还在昏迷之中，无论用何方法也无法将其唤醒。 而这也是贺狗作为人形第一次离师姐如此之近，哪知下一刻妖族本能觉醒，眼前毕竟是与妖族大补的灵瑶之体，贺青阳双目变得赤红，目光如着魔一般瞥向洁白的玉姐，獠牙也不受控制的凑了上去。不行，我这是在做什么？贺青阳临门一脚清醒过来，而灵蟒又毫无眼力的凑了过来，小爷憋得不行，正好拿你泄愤，没有兵器那便用师姐的月华莲梦，如果不想你主人死在这里，就乖乖让我用。不错，这才是听话的鉴宝包，这大辣条是种魂境，也就是高我一个境界，可自己有法器不灭辉光护身，加上 师姐的神剑想来未必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成败也在此一举。而很显然，贺狗忘了自己是男一号，在光环加持下，主角岂有领盒饭的道理？可意外的是，方才一战，他竟借机突破境界，化物境，相当于人类修士的凝脉境界。虽然修为略低于宁一晚，可好歹是同一境界。想来保命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师姐带回家。想他昏迷不醒而自己却毫发无伤，很难向人解释啊。踌躇间，狐妖丁敏赶来报信，因为经他观测，那秦深果然有大动作。下一刻，余光瞥见辣条丁敏才知晓刚刚经历 大战来得正好，贺青阳拜托丁敏照顾下宁一晚，而小狐妖想都没想便摆手拒绝。已知师姐一向对妖物喊打喊杀，实在是吓死人了。人家才不要照顾他呢。而等看清后，丁敏咦了一声：“公子看这里，想来你师姐是卡在突破的关口了。只是此刻他还在昏迷，搞不好会出大事的。”贺青阳不解这个时候突破能出什么大事，公子尚且不知。人类修士每次突破都会经历内景审视和与自己的战斗，而他此刻由于昏迷没有意识，若是半个时辰内不能突破，即便苏醒他也会永远卡在宁脉阶段。不过话说回来，他不能突破岂不更好？ 免得他知晓你是妖族拔剑把你大卸八块，那可不行。师姐帮我完成任务，还教授我轻功，起码算半个师傅。丁敏快告诉我有何破解方法。却见小狐妖吞吞吐吐，脸色变得羞红。公子说的不错，只是这个破解的方法真的是可以说的吗？ 渡过节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双方结为道侣关系才有资格在一旁守护。可此刻二人本就没有突破那层界限，难道这家伙没听说过这个规矩？就在刚刚昏迷中的宁一晚卡在突破的关口，怕师姐影响到心，贺青阳慌忙询问丁敏破解之法。小狐妖却变得扭扭捏捏，办法倒是有的，可是公子，这真的是可以说的吗？而读遍全网修仙爽文，贺青阳立马猜到几分，没错，就是随便又秀一下。公子，你可明白？那怎么行？这不是趁人之危吗？还有等师姐醒过来，不批了我才怪。所以公子，我才不想对你说这办法呀。此刻贺青阳
想努力打消这个念头。就算灵瑶体再诱人，可总得讲个你情我愿，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只能让公子出点血了。毕竟你为犬妖族皇子，精血可以帮他人度过破境难关。鹤狗心中暗骂，原来我是皇子，难怪情深处心积虑想要我的精血。而面对丁敏提醒，一旦放血需要恢复很长时间，那倒无妨，反正身边有你保护我，不必担心安危。鹤狗倒是没有一丝犹豫，将手腕送到宁一婉的嘴边。只见仙子下意识的抿了抿嘴唇，丁敏却满含醋意，公子这是何必，反正早晚要离开苍穹元界的。好了好了，要不你也尝尝，说不定对你也有些好处呢。可以尝不要紧。下一刻，小狐妖进府下身越凑越近，小脸上也瞬间布满红晕，最后竟不自觉发出狐族特有的叫声。贺青阳无语，能不能正常点，这是犬妖血，又不是母猪也疯狂，不是猪狂可是胜似猪狂。再说公子，犬妖之血又不是只有我一人在垂涎啊。时间来到深夜，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这么长的时间。而经过血补，宁一晚缓缓睁开眼睛，口中淡淡的味道让他猛然起身，体内灵气翻涌，这是要突破的感觉。难道是与妖兽搏斗自己才得到提前突破的机缘？可是这里危机四伏，并不是突破境界的好地方。而小狐妖喊破了嗓子才叫醒贺青阳，师姐你醒了感觉有没有好点？却听宁一晚表示自己要突破境界，可是这里的环境。话没说完，贺青阳强撑着站起身形，师姐放心，有我为你守护。见状，宁一晚关切道，师弟怎么了？没什么，昨晚通宵刷了几个天空说慢的视频，说的乱七八糟，我留言把他骂了一晚。这时却听丁敏提醒，别忘了还有情深那边。不着急，等师姐突破以后我们立刻回去。却没注意宁一晚小脸羞红，心中早已泛起波澜，这家伙居然主动守在我身边，难道他不知此刻只有道侣才能为另一半守护？而丁敏无语，等下再回去什么都完事了。对了，人家忘记和公子说了，那个情深正在和静妖一起欺负王家小姐呢。只要男人胆子大，师姐也能放产假。就在刚刚，躺在宁一晚的身后，贺青阳满脑都是黄油，压根就没注意小狐妖在说些什么。而直到这时才听清楚，想那秦深此刻正与静妖组队，一起对王家小姐行不雅之事。回想游戏剧情，师姐应当不知道秦深的真正为人，当初还以为是师门对不起他，最后竟陪他一起离开苍穹元界。此刻若直接揭露，恐怕容易让师姐误会，最好堵在现场抓秦深一个现行。想想都替这痴情的仙子不值，可想不通秦深为何非要在这个任务里乱搞。真相只有一个，那便是有利可图。两个时辰之后，宁一晚周身散去光辉，想来已成功破境，达到金丹初级阶段。而就在宁一晚感谢鹤狗能护在自己身边，却见鹤狗一脸风轻云淡。算了，看来这家伙真的不知道守护在渡劫的异性身边意味着什么，只能转移话题询问妖兽师弟是如何杀的。而当听到贺青阳表示是借用自己月华联梦，仙子明显不信他的鬼话。就算有仙剑加持，可这家伙不过才刚迈进筑基境界。然而宁一晚选择尊重他的隐私，但这妖兽晶核却是万万不能浪费，等级为子品倒是可以用来加强配件属性。妖兽为师弟所杀，此灵核理应归你。贺青阳却是不解，这辣条和禁妖案子又有何关联？而师姐猜测，或许他正是禁妖豢养的灵宠，以人类精元加以喂养，才有了此等境界。对了，既然说到灵宠，宁一晚追问鹤狗，你收养的那只狐妖现在如何？他在我手环里。鹤狗留下冷汗，师姐这是要驯化了？宁一晚冷哼一声，人家才懒得理他，就是怕你被那个狐妹子迷了心窍。丁敏一阵无语，貌似你师姐有一股醋味。小点声音，我也闻到了。不多时，两人回到王家宅院，管家表示别的天师都睡下了，我带两位前去相访。而李金灿明显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到鹤狗妹子明显为之一振，去做任务也不叫上我，害人家等你一个晚上。两人却没注意宁一晚那渐渐撅起的小嘴。只见李金灿自顾自取出新剑，并表示哪里不妥可以当下修改，因为鹤同门你是水根，原来的铁剑属性为火本与你相克，因此人家还特地帮你调整了属性。而小狐妖见多识广，我的天啊，这李金姑娘怕不是李金家族新进的那个天才继承人吧？公子你别看其外观没有变化，此刻铁剑的属性都快赶上月华联梦的一半，那样岂不是也达到了仙气级别？鹤狗差点现出狗样，鹤同门喜欢就好，反正是报答你昨天对人家的恩情。而看这两人的对话愈发过分，宁一晚彻底绷不住了，管家带路，我不想在这里待着。而看到师姐冷傲的背影，两人一头雾水，李金灿甚至有些委屈，怎么感觉宁师姐有些不高兴呢？本以为秦深元神出窍是去斩杀糟蹋王家小姐的禁妖，岂料此刻在镜中幻境可怜的王小姐身上，伪君子玩的比禁妖还要花俏。当然我敢打赌大家对这些没有一点兴趣。就在刚刚，小狐妖换上丝绒长袜可谓风情万种，可此刻贺青阳的眼中只有手上那把破剑。而丁敏早已无力吐槽这个蠢萌的少女，只能表示既然公子喜欢，不如再去妖族集市融嵌一个晶核。说走就走，两人很快来到妖族世界。而丁敏距离上次回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见到姐姐回家，三只小狐妖兴奋地探出小脑袋。姐姐苍穹元界的人族小帅哥多不多？还有我们是不是也能当贺公子的灵宠？而丁敏嘴里说着别闹，脸上却露出姨妈般的微笑。见状贺青阳也算识趣，不想打扰这温馨的画面。而经过一路打听，他很快来到集市打铁铺，同为犬妖的铸造师喊出价格为50灵石，还请问里面的小物件能不能代为支付呢？简直太猛了，铸造师捧起一个毛线团，这个能不能给我？而一堆零碎吸引了闻讯赶来的众妖，在下用成品归元丹换公子那个指甲刀。都有都有，大家报个数赶紧排队站好。
呵呵，发财了发财了！鬼知道人间的小灵碎在妖界竟如此受欢迎，下次必须再多淘换一些。这个紫金葫芦可吸纳天地万物，甚至包括敌人的攻击或是天地之灵气。此刻把它当作仓库，正好完美替代洞空石。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收摊回家。次日清晨，众人于后院会合，表面贺青阳提议自己和李金灿去打碎所有镜子，实则想制造不在场的证据来避嫌。等琴声做坏事的时候，丁敏会制造响动，引去宁师姐。闻言，宁一晚派张宁二人跟随贺狗，而琴声果不其然想单独行事，表示怕师弟师妹出错。 不如由宁师妹你来带队，毕竟王家小姐已经不起折腾，由我守在这里比较稳妥。贺狗骂真是狗改不了吃，吸回过神来又好像是在骂自己。而等众人走后，琴声现出得逞的笑容，等吸收完静妖的晶元，自己大概率突破金丹，以自己的速度很快就会完事，相信他们不会发现。而暗处的丁明表示好戏就要开场，很快琴声盘膝入定，下一刻元神出窍，眨眼间便没入镜中。另一边丁光的声音此起彼伏，除了王小姐的闺房，其余镜子俱被砸碎。就在这时，后院突然传来响动，作为琴声铁粉张宁赞美道，定是琴声。 师兄抓到了镜妖，此刻只有贺狗明白春天的大戏马上揭晓，而跑在最前的显然是宁一晚。等仙子一脚踢开房门，却见琴声躺在地上，无比销魂。丁明也完成任务，回到贺青阳的手环。而此刻任由宁一晚如何大声呼唤，琴声依然面色红润，显然其元神已嗨到飞起。而正在宁师姐生出疑虑之时，张宁表示这里还有一面镜子，哪知瞥见其中景象，这位琴声的铁粉花容失色，随后憋成一个大大的红脸。究竟发生了什么？快把镜子给我！此刻就算张宁想替琴声掩饰丑态，可面对宁一晚坚持却也。 不敢拒绝，只能颤巍巍的交出镜子。喃喃道：“琴师兄肯定有苦衷的，而他口中有苦衷的琴声，此刻正不亦乐乎。至于细节不好多讲，还请原谅。”而宁一晚脸色冷到结冰，这万一是琴师兄的计谋呢？而李金灿则比较纯洁，什么都盖住了，指露出两个眼睛，简直不堪入目。那人家才不要看，说话间，宁一晚掐指结印，下一刻屋中镜子俱被震碎，镜中同样也在看戏的镜妖瞬间觉醒，却见一道元神自宁一晚手持的镜中激射而出，很快回到刚刚还上演大戏的表演家身体之中。 妹子周身脱力，脸上还泛着红晕，只因其方才还在被南妖迷惑心智，做出一系列难以启齿的事情。而身为正道的琴声，表面上前去除妖，实则与镜妖双排，一同欺负秀儿姑娘。 随着其元神在镜中空间疯狂输出，琴声在外面的身体也起了某些变化，而这一切被宁一晚尽收眼底。随即掐指结出法印，只见金光砸向伪君子的面门，而等琴声出窍的元神回归本体，这才发觉宁一晚想到了自己的眼神，宁师妹怎么会在这里？不光是他，原来所有人都在这里。而最糟糕的是，吸取晶元的关键时刻被打断，故而灵台被伤，自己距离金丹又远了一步。只见宁一晚俏脸结出寒霜，你的所作所为俱被我等看到，所以回宗之后，还请你主动告知执法长老乖乖领受责罚。看到琴声还想。 狡辩，仙子不为所动，竟妖吸食人类晶元来提升修为，而你此举又与魔修有何异，所以不必再解释。琴声则是懊恼至极，不仅魔族那位前辈指点的机缘白白浪费，最糟糕的是让宁师妹对我心存了芥蒂。 而此刻闺房内，秀儿姑娘依旧还在昏迷，宁一晚轻轻坐于床榻，此刻能信任的只有贺青阳与李金灿二人，所以还请你等在外面为我守护，切记要看住这面镜子，别让这妖孽借着光亮窜到外面的小水池逃出升天。而看到事情发展果真与游戏剧情别无二致，看来有些关键节点果然不能轻易改写。如此更让贺狗下定决心，加紧完成任务，然后跑路。而另一边，宁一晚元神已然出窍，秀眉且霸道的神魄只现出一瞬，眨眼便已没入镜中。而即使镜妖有所准备，第一时间便向进口这边逃窜。然而 很显然，外面已被贺青阳二人牢牢把守。宁一晚凌厉的一击让他避无可避，也让他明白这仙子的狠辣与外貌简直不成正比。仙尊奶奶，还请饶命！说吧，那里与灵蟒是不是你的灵宠？而镜妖忙不迭承认，其正是自己豢养的妖物，自己诞生于童子手中的铜镜，平日蹲守在御阴观，只为伺机寻找良善之人下手。仙尊，我全部交代了，还请饶命！却见宁一晚现出一抹冷笑，骇人无数，还想活命？镜妖霎时间现出绝望之色，哭嚓一声，一切陷入平静。 李金灿露出钦佩之色，师姐果真杀伐果断，点个赞。与之相反，贺狗脚底伸出两点个毛线的赞，按照剧情，几个月后我犬妖身份就会暴露，到时候估计被哭叉的就是我了。太他喵的吓人了！而下一刻，镜中飞出宁一晚的元神，还有镜妖的残魂。仙子元神归窍，镜妖的精魄则馈赠给秀儿姑娘。看到秀儿苏醒疑惑自己经历了什么，无妨，王姑娘你只是做了一场噩梦而已，一切已经过去了。瞥见师姐虽然对妖物宛若杀神，却对弱者很是温柔。贺青阳暗想自己何不装成柔弱不能自理，那样岂不是好过一些？ 一夜悄然无事，第二日王老爷千恩万谢挽留众人吃饭，却被宁一晚以还有任务在身拒绝。我的任务还未完成，你们几个先行回宗。而琴声做着最后努力，试探性问道：“师妹，我能不能陪你一起？”想当然被仙子一口回绝，一晚暂且别过，还请诸位多多保重了。
守身如玉千年的小小狐妖，此刻竟不顾一切对贺青阳发起攻势，而其目标仅仅是浅尝一口犬族特有的精血。就在刚刚，贺青阳二人回到苍穹元界，此前在妖极室换取的法宝堆满了整个房间，小狐妖则是一笔一画记在账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丹药，你就写上一堆灵丹好了。那怎么行？丁敏撅起小嘴，表示还是写清楚比较好，到时候药效太猛，公子你会顶不住的。那怕什么？大不了自己吃一部分，剩下的通通卖掉，到时候多买几种颜色的袜子，你给我换着穿。这些宝贝加上两次任务积分兑换的零食，这回真的是奔小康了。公子啊，什么叫做奔小康？简单来说就是脱贫致富的意思。可很显然，丁敏的关注点不在这里。公子可还记得曾答应过给人家奖励？说完，猛地将贺青阳扑倒在地。奴家只想要公子的妖血一点点就可以。贺狗没有反抗，只是提醒别一口气把我吸干。公子放心，人家会控制住自己的。话虽如此，可小狐妖显然已迫不及待，朱唇很快便紧贴在贺青阳的脖颈。毕竟其作为犬族皇子，其妖血对于妖族可谓弥足珍贵。公子的血真是美味。小狐妖此刻周身酥软，修为眼见得到提升。贺狗则是宠溺的看着怀中的丁敏，关键时刻能保护主子，在冬天冷的时候还能暖被窝，真是一举多得。而似乎感受到贺狗的宠溺，丁敏轻轻拂过他的胸膛，公子快快睡吧，我在旁边为公子扇风。而与这温馨一幕相反，此刻一处竹林中，由于杀进魔族老巢且征战数十回合，一晚体力明显消耗大半，却仍强撑身形再次出手。众魔胆战心惊，然而很快化成血雾。仙子并不在意污浊的魔血染在洁白的脸颊。月华君，你为何总跟我们过不去？仙子倾吐，因为你们魔族该死。而此话也燃起众魔斗志。另一晚，跃起身形躲避背后偷袭，而半空中射来的暗器却让他避无可避。爆裂的响动后，仙子在掀起的气浪中勉强稳住身形，可眼睛却被沙尘迷住。魔就是魔，只会用这些下作的手段。说完使出镜花水月，最后时刻众魔一拥而上，是要给这正道仙子好好上一课，结果还是反被宁一晚给上了一课。而此刻在这炼狱般的竹林中，只剩下最后一名魔族在强撑着身形。我劝你莫要得意，我们伟大的尊主已经盯上你了。小灯还要再说，却被仙子一剑封喉。自从入了苍穹元界，宁一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斩尽一切妖魔是他无比坚定的信念。他又哪里知晓身边最近之人，也就是贺青阳，正是他是要斩尽的妖族其中的一员。邓青青为了扬名立万，竟私自编写我与宁一晚的爱恨纠葛，并起名为我和女神师姐之闺中秘史。不仅细节惟妙惟肖，插画也是活色生香，印刷成册后传遍全宗，成为众师弟师妹的启蒙神书。最可恨的是，他还一脸期待地问我这个男主爱不爱他。就在刚刚，贺青阳吩咐小狐妖盯住秦深的一举一动，而此刻在秦深的宿舍，伪君子正对着镜子长吁短叹，禀报尊长，这次下山发生的事情实在有些蹊跷，您给我的机缘通通出了岔子，实在难以解释。却听镜中黑雾问到柳如烟那边进展又如何？一样不太顺利。贺青阳曾放话打败宁一晚并娶她过门，并且对如烟师妹的投怀送抱也来者不拒，很明显是贪色之人，可最近却变了一番模样，不仅屡次拒绝如烟近身且不再纠缠宁一晚，还有我在春城那件案子受了内伤导致修为跌落，而我探查宁一晚契机明显已突破第四境，这样下去差距愈发加大，更不可能和他结为道侣。却听镜中传来，不行，只有宁一晚的灵瑶体才可助你成仙，无论如何你都要得到他的青睐。放心吧，本人会助你一臂之力的，等夜深之时你从后门来我住所，切勿惊动他人，屋中有些丹药，且能为你补补身体。而等三更过后，秦深果然一身黑衣前往，外面的丁敏早已等待多时，随即化为虚体，看看这家伙到底要去哪里。一路上秦深瞄来瞄去，确定四下无人，很快来到一处院落，可这里连丁敏的虚体都不能进入，什么地方居然还设有结界？等等，星辉阁的后门，这不是掌门的居所吗？真是奇怪，难不成那魔尊就在这里？而镜头来到贺青阳的屋中，郑青青期待的看着贺狗翻看画册，写的怎么样呀？还有人家画的够不够传神啊？却没发觉贺狗早已起了杀心，这可是新一期异闻录的原刊，先让你欣赏一下，要不我清清嗓子亲自念给你听。第138期痴情道侣之春城相爱相杀。住口，放下，郑师姐不必念了，求求你，我尬得快要抠出一座流泉峰了。而郑青青表示要用艺术的眼光去欣赏，还有这些只是为了让吃瓜群众获得一些情绪价值，可你这样写倒是不怕我被您师姐一刀劈死？而说到这里，郑青青起身准备回家。师弟，你现在可是苍穹元界的红人，狗富贵勿相忘哦，还不是托你瞎写让我出的名。送走郑青青，贺狗无奈的拍拍脑门，想不到修仙世界的人也如此喜欢吃瓜。却见一双玉手搭上他的肩膀，正是丁敏探查一晚情报归来。公子有好消息。说完凑上来，人家想要奖励。贺狗无语，要不咱们先说说正事？那好吧，公子，我好像知道魔尊的下落了。本以为宁一晚已是风华绝代，想不到他的师尊更是明艳动人。我的乖徒弟，感情之事问我，你可算是找对人了。来，给师尊细细道来。而此刻，随着小狐妖打探秦深消息回屋，贺青阳小心翼翼地锁紧门弦。当听丁敏诉说秦深偷偷摸进星辉阁的后门，那不就是掌门的居所？你的意思是魔尊藏匿在掌门身边？而丁敏则认为掌门就是魔尊，就是搞不清楚他是怎样取代掌门的。因为门口设有针对除人族以外其他族类的结界，很明显是为了预防妖族或魔族感知同类。况且掌门对外宣布闭关。
欢，却又让秦深偷偷前去，明显有意。听完，贺青阳也是陷入沉思。公子不如将这些告诉宁一晚，毕竟他最恨妖族与魔族，一定会追查到我。贺狗则是一口回绝，贸然告诉宁师姐，却没有确凿证据，恐怕会弄巧成拙而引起他的怀疑。再说，根据游戏剧情，回忆魔尊的目的是夺舍秦深，随后与宁一晚结成道侣，最后破镜飞升，拥有上帝视角，自己更要沉得住气。而见贺狗丝毫不提奖励，丁敏气呼呼的皱起了小鼻子。贺狗指了指床边，我这犬妖之血，你吸一口我就得晕半天，正好被你吸完了，公子我直接睡觉。这时丁敏赶紧凑了过来，笑颜如花的同时露出小小的獠牙。此刻在艳阳峰主白灵水的居所，任务归来，宁一晚虽然脚步轻盈，却仍第一时间被师尊察觉。仙子放下心爱的小本本，疑惑，还以为你会去很久，原来我的徒儿已突破至金丹，真是可喜可贺。当听完宁一晚汇报此次任务的战果，白灵水整了整刚做的头发，不愧是月华君，来，让为师看看我的徒儿有没有瘦呢。师尊请自重。呵呵，你板着的这张脸简直和为师当年一模一样。切，那您为何现在变得如此放荡不羁？徒儿怀疑师尊的过去都是编撰的，本是一句玩笑，却让白灵水眼神变得暗淡，很显然当年那段感情依旧让他难以忘怀。随即转移话题，对了对了，这小本本上有你的八卦，你不在这几日我都靠着异闻录找乐子，快看看吧，细节特别丰富，插画也很劲爆，为师很吃你和贺青阳这一对呢。说完递过本子，而宁一晚瞥见封面竟是自己二人，羞涩的一把塞进裤兜，准备回去被窝里再研究，当然也没忘请示师尊关于贺青阳转入门下之事。我徒儿喜欢的我自然不会拒绝，主要是还没见过你对谁这么上心过。去吧去吧，改日把他带过来给为师玩玩。镜头回到贺狗这边，郑青青半夜又来砸门，贺狗无语，一天来了三趟，师姐我真的没有素材，还有你画的那小本本让我都不敢出门见人了。不是的不是的，人家是来告诉你宁师姐回来了，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呵呵，消息不灵通还怎么画本本，再说我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写作素材着想吗？贺师弟争取一口作气拿下师姐。知道了，走，好不送，还不知道等师姐看到本本会是什么反应。就在这时胸口泛起红光，贺青阳顿感周身涌起热浪，手环中的丁敏见状也现出身形，公子看样子你这是又要突破境界。什么？你说什么？一晚居然请你来到他的房间，并且对你丝毫不设防备，只因为你此刻只是一只可爱的狗子。就在刚刚，贺青阳明显来到突破关口，而痛苦之色让丁敏痛心，却不知如何帮忙。下一刻气息冲撞化为犬身，丁敏见怪不怪，表示已在房间布下结界，公子可以安心破镜了。还是不行，好像被什么挡住了，根本无法突破。丁敏不禁怀疑贺青阳是不是走火入魔，伸出玉手想安抚贺狗，而贺狗明显已丧失理智，下一刻撒开狗腿夺门而出，丁敏无计可施，只能化为妖体一路跟随。还好已是深夜城中，四下无人，如果公子走火入魔，作为他的灵宠我也该走火入魔才对啊，真是奇怪。另一边仅存的理智让贺狗一阵后怕，方才自己居然控制不住想攻击丁敏，可前面那亮光又是什么？原来身体不受控制居然是在寻找这个人，而此人正是令众妖族无比垂涎，拥有天生灵妖之体的师姐宁一晚。虽然怕暴露妖族身份被师姐一刀劈了，可本能的驱使已然控制不住四条狗腿。糟了，是月华君，公子危险。哪知宁一晚一把掐住狗头，小狗狗你这阵子跑哪里去了？你这是生病了吗？说完不顾贺狗挣扎，一把将他搂入怀中，而嗅着仙子身体的幽香，贺狗破天荒的安静下来。丁敏则是无语，难道是因为宁一晚灵妖体在附近才失控？可这毫无道理啊！算了，有他在，公子应该不会出事，等恢复后再查查是什么原因。而经过一番探查，师姐也看出贺狗原来是在突破关口。既然这样，那我便守在这里，狗狗你安心突破吧。当初有贺师弟为我守护，而我为一只狗狗守护也不算什么要紧事。还有小狗狗，你蹭哪里呢？不要怕，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丁敏则是一脸怀疑，公子啊，我总感觉你在演戏呢。时间不知过去多久，甚至连宁一晚都陷入浅睡，吹弹可破的脸庞宛若睡莲之皎洁，身下则是贺青阳那狗模狗样。丁敏率先醒来，好困啊，不知公子现在如何了？我说公子你怎么变大了？没错，体型简直大了一圈不止。而贺狗被他吵醒，两个妖族四目相对。丁敏你吓死我了，恭喜公子，看样子你已经突破到重物境，换句话说是跨了一个化物境后期呢。而听到狗叫，宁一晚也被吵醒，不过以此刻修为他还感知不到丁敏的存在，真不错，看样子是突破成功了。说完抱起贺狗，记得灵兽突破后会虚弱一段时间，走吧，跟姐姐回宿舍。贺狗反应过来，不行，不能跟他回去，等下变回人形岂不被他劈了。丁敏快点快点救救我。哪知丁敏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他的宿舍就在白灵水的旁边，我才不要去。公子还是自求多福吧，相信你吉人自有天相，急个毛线啊，急，我真的会突然变身的。时间来到深夜，宿舍中依然泛着亮光，而轻纱被宁一晚涮洗了多次，贺狗也被擦了十几遍，最后僵直的狗身被一把扔到榻上。而在仙子的眼中，他不过一只狗子，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贺狗心中细数自己变回果男之后到底被劈成七瓣还是八瓣，恍惚间宁一晚已将睡衣换好，在贺狗疑惑的眼神下，仙子掏出珍藏多时的异闻录，难道听说这上面写着我和贺师弟的故事？狗狗你听我给你念一段，然后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呢？
被窝里明明是一只狗子，后半夜却变成一个壮硕的男人，怎么办？贺青阳就知道今晚自己会变身。等师姐醒来，是默认与自己的关系，还是会恼羞成怒，一刀把自己劈了？就在刚刚，在宁一晚的房间，仙子又怎会对一只狗子设防？听说本上乱写着我与贺师弟的故事，姐姐念给狗狗你听好不好？这回说到贺青阳以下犯上，宁一晚则很是受用。啥？开篇就是王炸？呵呵，一看就是郑青青的文笔，想象力不错。师姐，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宁一晚则是宠溺的摸摸狗头，你是种魂境的灵宠，应该不算孩童的，听一听也无妨。而贺狗很是无语，自己血气方刚，还是很勇的。这一段也不错，你再听听。宁一晚本想拒绝贺青阳的帮忙，师弟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哪知下一刻，小手被大手紧紧握住，那样肯定不行的。姐姐就当弟弟是在报恩好了。师姐，我虽是你的师弟，可首先是一个男子，是男子又如何？下一刻，他却被师弟身上的王霸之气折服，师姐周身变得酥麻。最后两人静。停，师姐你不用念了。狗狗，你害羞了吗？夜里凉了，来姐姐身上。你说这郑青青都在写些什么？人家才不要看了。说话间又猛地翻了一页，只见贺青阳轻轻褪去宁一晚的薄纱，夜光下宁一晚美的不可方物，却义正言辞表示师弟啊，休要放肆啊！男人轻轻呢喃，师姐你知道我的心意，此时此刻就不要再想别的，不如我们。而宁一晚再也看不下去，小脸憋得通红，马上就要爆发。嘿嘿嘿，写的真好，明天再看一遍。这时不知为何房间变得燥热，大家懂的都懂。而师姐则想在梦中回味一下书中的细节。小狗狗呀，快睡觉吧。贺狗无语，我睡得着才怪。时间不知过去多久，贺青阳在梦中醒来，下一刻狗眼瞪得溜圆，要死了，真的变身了。丁敏快救救我，怎么还在那里看热闹？小狐狸解释，放心吧，他醒不来了。嘿嘿嘿，这样你不早说。说完，贺狗小心翼翼地抽出胳膊，胳膊都快被这个大傲娇压麻了。是吗？那我来给公子揉一揉。别闹了，赶紧走。公子稍安勿躁，我给他下了点幻术，不到日上三竿醒不来的。那也不行，赶紧走。下一刻，丁敏假装嗔怒，公子你忘了穿衣服。贺狗则是就地取材，以窗帘挡住重中之重。别看了，你又不是没看过。丁敏则是微微一笑，自己的主人又怎么会看腻呢？月光映照下，两人在风中肆意狂奔。想必公子若是在被好事之人看到，明天的本上肯定会刊登出新的一集，标题就叫做贺青阳夜探师姐宁一晚闺房。丁敏，你真是嫌公子我死得慢呀。好了，安全回到房间。还别说，大晚上真的有点冷。丁敏则是轻车熟路的钻了进来。那奴家替公子暖床好不好？这个样子行不行？公子你是不是暖和了一点？冷是不冷啊，就是有些喘不过气。要不你变成狐狸那样毛茸茸的更好。看到这里，我不禁怀疑他小时候是不是被门夹过脑子。丁敏啊，你身上怎么没有狐狸特有的那种味道？闻言，丁敏现出原形，人家是狐族灵兽，不是你口中普通的小狐狸。闪一边去，再也不给你暖床了。想不到清冷倨傲的师姐宁一晚也会为了贺青阳接触其他异性而吃醋。好了，你们聊吧，人家走，记住了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就在刚刚，贺青阳于昨晚突破了境界，那便感受一下石海有何不同。随着呼吸吐纳空气中的灵气，周身的脉络豁然开朗，种魂境不同于前两境那般粗糙，更像是与自然和宇宙高度和谐的交流。不管是风吹草动还是水波荡漾，一切了然于胸。不错，如此自己的小命又多了一层保障。新的一天开始了，贺狗闲来无事，决定先熟悉一下宗门的地形，却在拐角处瞥见两位女修窃窃私语。话说这不是李金同门，还有八卦师姐郑青青。贺师弟你来的正好，人家正想采访你呢。师姐你写的异闻录我看了，简直不堪入目啊！拜托你收敛一点，实事求是的报道。那怎么行？不信你问问天空说慢那个量子，不添油加醋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流量。贺青阳无语，你高兴就好。可我看李同门找我有事，要不改天再采访。郑青青一口答应，下一刻却躲在墙角继续偷听。师姐拜托，被你发现了，嘿嘿嘿，人家这就走。新一期的话题又有了，标题就叫两个人的世界，却又多了一个我。三个人的感情纠葛，想想就画面感十足。而等贺青阳询问有何事，李金灿鼓起勇气表示，因为你上次救了我，我爹爹特意叮嘱我带你回家吃顿饭表示感谢。若是贺同门同意，我这边可以去求两个令牌用来下山。贺狗不解，令牌怎么还能用求呢？李金灿则解释，因为自己家族与个宗门都有些交易，像这种小小的要求不算过分的。切，有家族背景还真是好啊。可如果能下山，正好可以回原主家里了解一下，然后问问如何掌握变身的方法。而看到贺狗不做回答，李金灿落寞地表示，贺同门不必勉强，我爹那人就是喜欢自作主张的。可当看到贺狗答应下来，妹子明显很是兴奋，开心之余一把跨住贺狗的胳膊。贺同门真是豪爽的，那可就说定了。却没发现宁一晚落寞的身影出现。仙子本想当面感谢贺狗在山下替自己解围，还有他不是当众夸下海口说要打败自己再娶自己过门吗？看样子他与这个白毛师妹关系绝不一般。宁一晚踉踉跄跄的离开，他感觉自己是第一次这样狼狈。而丁敏瞥见他的身影，赶紧告知公子。还有看样子宁一晚明显是生气了。公子你自求多福吧。那个李金同门我还有事，你定好哪天回家直接告诉我就行。李金灿目的达到，很是开心，还有自己也要赶着去上大课。而看到李金灿已走出老远，贺狗赶忙询问师姐刚刚去了哪边。快去吧，丁敏指了指，我看到他往南边的方向去了。
表面上仙子怀中猥琐发育的狗子，实际上是一个几百个月大的壮汉。如今警觉的师姐嗅出一丝不妥，怎么回事？在你的身上怎么会有我床单上的香味？就在刚刚，因为撞见贺青阳与李金灿二人很是熟络，高傲的仙子心中泛起一丝酸意，因此河中的鱼儿算是倒了霉，在宁一晚的狂轰乱炸下无一生还。同样倒霉的还有岸边碗口粗的大树。这时宁一晚才出了一口气，呵呵，让你和别的女生搭讪。而贺狗与小狐妖看得瑟瑟发抖。公子快看，宁一晚的手还在抖，看来真的生了很大的气呢。贺狗关注点却没在这里，刚刚那几招我学会了。那个公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咱们追过来问宁一晚是不是来找你，还有找你做什么。而你不想着怎么去搭讪，竟然还在这里偷学武功。我这也是想多学点术法然后好跑路啊。还有你知道宁一晚对妖族厌恶到骨子里，我可不想砸在他手上。而碎碎念被宁一晚发觉谁在那里，看到是赶来的贺狗，仙子迅速恢复成风轻云淡的模样。你来这里干嘛？刚看到师姐没打招呼就走了，不知道是不是来找我，所以赶来问清楚。切，真是自作多情，谁说我来找你呢？见状贺青阳转移话题，表示方才李金灿找自己是为了下山的事情，他爹想请自己吃饭表示感谢。嗯，知道了。下一刻宁一晚却嗅到自己香囊的味道，而且很明显是贺狗身上发出来的。等等，你昨晚去过我的房间吗？贺狗周身一个机灵，这什么鼻子居然比我还要狗。师姐啊，我怎么可能去过你的房间？宁一晚则提起大剑表示你别动，还狡辩这明明是我贴身香囊的味道。关键时刻手环中的丁敏现身，请月华君不要误会，那是我新买的香囊。我知道您讨厌我们妖族灵宠，以后我一定避开，不跟你用一样的香。贺狗也反应过来，对对对，还好宁一晚用的香囊还算常见。可宁一晚还是紧紧盯住贺狗，方才他明明迟疑了一下，难道是自己的错觉？贺狗只能紧紧绷住不要露馅。也罢，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下次任务的时间，因为师尊让我帮师弟师妹一起做做任务，而其中属你最辣鸡，因此才想到你的。是这样啊师姐，那我从李金灿家做客回来就接任务。听完宁一晚脸色又沉了下来，才一起做了一次任务，你和他就这么熟了？嘿嘿嘿，倒也不是，可他把老爹都搬出来了，我不好拒绝啊。还有实话告诉师姐，我主要是想蹭一蹭李金家族的铸造之术，师姐不会嫌弃我占便宜吧？看到贺狗贴过来的老脸，仙子瞬间脖梗都起了红晕。嫌弃？人家非常的嫌弃。仙子不仅要用小树枝打败我，甚至还摆出一个极具挑衅的姿势，事后还责怪我眼睛乱瞟，一点也不认真。就在刚刚，面对吃醋的宁一晚，贺狗解释与李金灿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而此番只为拜托李金家族打造一个趁手兵器。嗯，知道了，你可以走了。贺狗无语，这脸变得也太快了些。怎么让你走还不走？不走的话那就陪人家练剑。切，吓小爷一跳。好的师姐。而宁一晚问道，刚刚偷看了我半天，凭你的天赋和学习能力应该也看明白了吧？嘿嘿嘿，原来师姐早就发现我了。而看到宁一晚递过来的佩剑，贺狗疑惑，你的剑我能用吗？装什么装，你又不是没偷偷用过。那倒也是，可师姐你用什么？却见宁一晚随手捡起树枝，表示人家用这个就可以了。贺狗心想，还好自己的修为和他差不太多，否则用月华联梦输给一根棍子岂不丢人。而察觉到他的想法，丁敏劝道，公子你最好隐藏自己的契机，否则会过多暴露你是昨晚的狗子的线索。不是在妖市集换了一个隐息符吗？正好用上那个。贺狗反应过来，对对对。而两人的窃窃私语被宁一晚察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用心声交流？那个月华君，我在叮嘱公子开学了好好学习，没我是我走了。说完飞进手环。而贺狗叮嘱自己以后确实要注意隐藏气息，毕竟破镜太快会惹人注目。师姐请指教。宁一晚则是先发夺人，袭来的身形绝美中透出霸道，而树枝被灵气灌注，面对月华连梦境丝毫不落下风。师弟专注一点，你看我哪里了？嘿嘿嘿，走神了。贺狗稳住身形，下一刻主动出击，方才偷学的剑法竟被他耍得有模有样，甚至让宁一晚都无从招架，被剑士封堵到只能暂避锋芒，最后轻轻落到十米开外的地方。这个家伙他果然是修行的天才。嘿嘿嘿，师姐承让了。却听宁一晚表示，过些日子我师尊会将你从流泉峰的外门调到我艳阳峰。贺狗听完一惊，什么鬼，自己还要跑路呢？再说貌似游戏里没有这段剧情啊。怎么看样子你不愿意？那个没有没有，我只是太震惊了，我是水灵根，难道可以去火灵根的艳阳峰吗？贺狗又哪里知晓，宁一晚早已拜托师尊为他转换灵根，从今以后你随师尊和我潜心修行，必会有所大成的。像你这等修行天才，艳阳峰势在必得。当然其中仙子有没有私心，只有仙子自己心里清楚。开丝长腿破门而入，而来人正是贺青阳的年轻姑姑，其正是妖市集最大花楼的老板娘。臭小子，原来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姑妈。就在刚刚，贺青阳跟随李金灿回到家中，却见院中摆放的兵器琳琅满目，各类奇门兵器随意摆放。望着惊呆的贺狗，李金灿表示这算个啥，开始是仓库满了暂时放到外面，久而久之大家便养成了习惯，凡是铸成凡品的兵器就随手扔院子里，懒得理会。说话间院中走来一位中年丽人，而其正是李金灿的母亲维琪。女儿疑惑，怎么不见老爹？呵呵，你爹
爹在忙一些事，晚饭的时候自会出来。贺青阳见状则是躬身行礼，不必客气，贺公子快快请坐。说完丽人仔细打量着贺狗，本想用膳之时再正式感谢公子救下小女，可我家老爷做事一贯夸张，我怕吓到公子，因此来提前道谢。我娘说的没错，李金灿说到我爹那个人，你晚饭时就会了解了。灿儿你不要插话。只见丽人深深叹了一口气，还问贺公子有无婚配，不介意的话小女也正好到了适婚年龄。虎狼之词让两人原地炸毛，娘亲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与贺同门可是兄弟，娘亲哪有胡说八道，你的秉性十里八乡俱是知晓，这些年根本没人敢来咱们家里提亲。哎呀，娘亲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方才的话当我没说。贺公子要不和灿儿将就一下算了。贺狗一脸无语，夫人都是如此脱险，这家主人又会是什么极品。而下一刻极品正搂住贺青阳，表示以后咱哥俩便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那个伯父是不是串辈分了？不串不串，我李金家族向来好客，何况你还是救了我女儿的大恩人，看我大兄弟长得真是帅气逼人啊，嘿嘿嘿。这时夫人凑了过来，你快闭嘴吧，你和公子称兄道弟，那咱们灿儿得叫他叔叔，那可不行。对对对，贺兄弟别介意，就当伯父没说过。这时丁敏提醒贺青阳，公子你已经有了罪，要不要找个借口跑路。贺青阳正要说话，却见李金家主猛地将一物拍在桌上，这是伯父我淬炼一下午的兵器，就送给大兄弟你当个见面礼。见状贺狗很是感动，原来李金家主下午是在忙这些，人品良善，待人热情，这个老哥我交定了。而丁敏见多识广，瞬间面露喜色，公子咱们这次可是发财了，这兵器的品级远超李金灿为你练的那一把，若说那把剑是一半的月华莲梦，而眼前的这一把可是最少约等于七成。等到家宴结束，李金灿问到我爹娘是不是太过外放，他们的话贺同门不要放在心上。贺青阳回到伯父他们挺好的，就是礼物太过贵重，在下受之有愧。而李金灿表示不要有心理负担，毕竟你救了他们最心爱的女儿啊。贺同门你今晚就睡在这里，明天早上我叫你起床出门逛逛，料想我们都一样在苍穹元界都快憋疯了。而贺狗夸赞好漂亮的房间，感谢李金同门晚安。只见李金灿礼貌回礼，下一刻却躲在门外捂住小脸，明明在飞讯中叮嘱爹娘不要乱说话，气死我了，以后没脸见贺同门了啦。而屋中贺狗感知妹子已经走远，随即从包中取出替身人偶，随意丢到榻上，下命令说变成我的样子，记得乖乖躺在床上睡觉。丁敏出来吧，随我一起出发。小狐妖疑惑公子要去哪里，当然是我的老家。公子从此处到犬族圣地，就算是最快的坐骑也需要十天的时间。啥？这么远？那我还如何求问人变瘦的方法？却见丁敏凑到跟前，公子你是不是伤过脑子？人家发现你很多事情都忘了，坏了，难道要暴露身份？那个我想起来了，是有一次被门用力夹过。哎呀，可怜的公子啊，可是我知道你姑姑在哪，人家现在就带你去。很快二人便来到妖市集，而此市集明显比之前那个更大更繁华，公子的姑姑就住在湖那边的抚州阁。丁明你别告诉我姑姑开的是花楼。那倒不是，这里的姑娘卖艺不卖身，姑姑只是给他们一个容身之处。船家去抚州阁，还有这个妖市集也对人类开放，所以会有不少人类修士进来享乐。说到此处丁明叹了口气，可是那些人类的行为简直让人不能直视。说话间丁敏指向前面不远处，公子那里便是抚州阁，此楼也正是这里最大的建筑。而看到贺狗出现门口，丫鬟明显很是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殿下您终于来了。丁敏却见怪不怪，表示要见姑姑。丫鬟回到姑姑早有吩咐，若是殿下来直接带她上楼，不必同船。只见大厅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而到了顶楼阁间，丫鬟轻叩房门，姑姑开门，殿下来了。说完抱起头急速闪到一边。贺青阳正疑惑这是什么操作，却见房门被一脚踹开，红色高跟现了出来。那是什么鬼？只见与他发色相同的丽人猛地将他抱住，臭小子，你还知道来找人家。热情的妹子本是原主的姑妈，而自带的安全气囊差点把我憋死。说到我的大侄子，这次来找姑妈有什么事？就在刚刚，贺青阳与丁敏来到妖市集最大的花楼，而其主人正是原主许久未见的姑妈。臭小子没什么变化，还是一表人才。还有你的那个一见钟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一见钟情？姑妈嗔怒，装什么装？你不是说过对一个英姿飒爽的姑娘一见钟情，要去苍穹元界大胆去爱吗？结果为了爱情离家两三年也不回来看看。而贺狗无语，看来原主和姑妈的关系不错，自己要小心说话，不能露出马脚。随即解释自己没有下山令牌，还有什么一见钟情，那都是我胡说八道。姑妈则认为贺狗害羞，走走走，咱们进屋再说。见状贺狗招呼丁敏一起进屋，而很明显丁敏不敢轻举妄动。姑妈轻轻一笑，一起进来吧，小丫头。而屋中姑妈一阵吐槽，你说我族中哪个长老比不上苍穹元界的修士，你却偏偏去那里修行。虽说妖人两族如今处于停战，但人类始终还是排斥咱们妖族的，而你就不怕暴露身份？贺狗则解释自己有所妖炼压制妖气，还有宗门任务没有做够，就算跑了也会把自己召回。而得知贺狗还有两个任务才能脱身，姑妈则是拜托丁敏在一旁协助，而看出丁敏明显很是愿意。丽人疑惑，你俩现在又是什么情况？那个丁敏是我的灵宠。是灵宠啊？一对花季男女又同为妖族，作为花丛高手，姑妈疑惑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而当贺狗
展示出种魂境界。姑妈则是一惊，这家伙以前吊儿郎当，怎么到了苍穹元界反而开窍了？而鹤狗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进游戏，只能转移话题询问如何控制变身，找借口说有次不小心被门夹了脑袋，虽然外伤好了，可就是伤了脑子忘记很多事情。姑妈则是一脸嗔怪，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就在这时，侍女汇报，姑姑，白灵水又来了。鹤狗不解，白灵水那不是另一碗的师尊吗？哪知丽人秀眉轻挑，露出难以描述的表情，不见，让他滚，嘿嘿嘿，难道两人有隐情？却见侍女很是为难，她说了若是你不见他，他会当场发疯的。而鹤狗无语，好直白的威胁，可自己的身份会不会暴露？放心，他只是来找我的，跟你没有关系，你和丁敏稍等下我出去片刻。这个女人真是。随后叮嘱侍女柳如烟，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场景切换，湖中一叶轻舟眼见便要靠岸，非要让我来迎接你，你才下船是吗？说什么还不快来扶我一下。白灵水，你不要太过分，人家就是喜欢。而看清这傲娇今日特意换上一袭新的工装，姑妈却假装没注意，淡淡的问道，你又来做什么？这是什么话呢？人家当然是来喝花酒的。女人仿佛受到莫大的委屈，只因前世道侣居然也变成了女人。公子啊，丁敏问道，他们还能不能互为道侣？贺青阳则是解答，按照修仙的设定，修士到了一定境界，性别已经不足为道，一切只为破镜而已。就在刚刚，另一晚的师尊白灵水来到姑姑的花楼，贺青阳偷偷瞄了一眼，却瞥见另一晚赫然也在其中。啥？他怎么也来了？贺慕晴也是疑惑，我店里大多都是妖族，可你这徒弟不是最讨厌我们这些异类吗？听完，白灵水向另一晚使个眼色，那个人家只是陪师尊来找乐子，再说此地也签署了和平条约，我无所谓的。贺狗无语，不愧是我师姐，连找乐子都说得这么中气十足。下一刻，白灵水却支开另一晚，你去四处逛逛，为师和姑姑有话要说。说完竟迫不及待抱起姑姑，这位同学请注意素质。贺慕晴一脸嗔怒，你要知道你已经转世，我们早已不是前世的那种关系了。贺狗这才知晓两人居然是曾经的道侣，可按照设定，修士到了一定境界可以突破性别的桎梏。丁敏疑惑，公子啊，什么叫做设定？小点声音，不要八卦。公子啊，八卦又是什么？就是说你爱打听闲言碎语。讨厌啊，这不是女孩子的天性吗？下一刻，在两人的独处空间，白灵水无限怀念两人曾经的甜蜜，贺慕晴也是感伤你已转世成为女仙尊，而你我已然妖人有别。况且听说你那徒弟宁一晚大杀四方，再这样下去，方圆百里的妖魔都要灭绝。却听白灵水淡淡表示，别以为我不知道贺青阳是谁。姑姑顿时失色，还记得前世我去你家做客，而他尚在襁褓，只那一次我便已记住他的气息。贺慕晴护执心切，你说这些什么意思？难道是在威胁我吗？与此同时，贺狗这边等得很是无趣，丁敏则是劝慰，毕竟是故人见面，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而贺狗正准备先睡一会，一阵巨响差点将狗子整个掀翻，只见硝烟滚滚，很明显是出了状况，被扰了好事的正人君子与姑娘四散奔逃，而姑娘只是慢了一步便落得一个玉殒香消。感知气息，丁敏确定是魔族所为，可普通的魔族又怎敢来这里找事？白灵水也是颇为不解，贺慕晴懒得给他好气，我怎么知道？听你这语气像是在怪我。却见白灵水自虚空抽剑，本尊倒想看看是何人如此大胆，等一下我也要去。丁敏也是询问公子要不要去凑个热闹，不去，有白灵水再用不上我们的，再说您一晚就在附近，我可不想被他发现，还是继续睡觉吧。丁敏则是应了一声，公子说的有道理呢，奴家陪你。而等白灵水来到事发地点，却见魔女依然没有停止杀戮。白仙尊，你终于出来了，来者正是作为魔族长老的魔女巴煞。白灵水面色一沉，原来是冲着自己来的。而贺青阳却又按捺不住，不行，还是去看看，看他们打架我还能偷学两招。公子，以他喵靠点苦行不行啊？而巴煞显然目的达到，你们苍穹元界可真难进去，好不容易才等到你出来。对了，你那个灵瑶体的徒弟在哪里？白灵水只感觉受到冒犯，回手一掏，却掏了个寂寞。下一刻，贺慕晴身后巴煞现出身形，姓白的你再敢动手，我就杀了你的贺慕晴。屋檐上，贺狗狗身一阵姑妈危险，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魔族，可看起来比传闻中的还要阴险。哪知下一刻，姑妈露出笑意，随即化为青烟脱离魔手。什么？被我控制住，他竟然还能化形？说话间，姑妈已在白灵水身边重新凝出身形，雕虫小技。白灵水，要不要像前世一样合作一下？非常好，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呢。这样一位天师看着你，你高不高兴？反正现在魔女有些不爽，想打我就快动手，别仗着自己发育的好就欺负我魔族营养不良。就在刚刚，魔女巴煞挟持贺青阳的姑妈，可很明显她选错了人质。什么？被我控制了居然还能化形？贺慕晴则是微微一笑问道，见没见过世面？姓白的，要不要和我一起玩一下？看到道侣邀约，白灵水自是欣然应允。只见姑妈周身泛起金光，犬族身形显现，看起来比中华田园犬还要狠一点。切，你们以为我会傻到独自跟你们战斗？随着魔女吩咐，身后花客周身腾起黑夜，撕下伪装，一群巨魔现身场中，杀声震天。白灵水赞叹真不错，还会提前伪装成客人，可不管来多少都是一样的结果。另一边，宁一晚听闻动静，想必是花楼那边出了状况，走你，打下去。而这边姑妈一脚一个小卡拉，当然爪子也没闲着，与前世道侣白灵水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得丁敏眼中直冒小星星。姑妈好威风，公子啊，我只能指望你变得更强，你变强了我才能跟着沾光。贺狗也是震惊，原来高手过招如此干净利落，自己好像 get 到修仙的乐趣了。总有一天我会站在修
仙之巅受众生膜拜。那个公子别吹了，快看那边，是不是宁师姐过来了？我他喵，还真的是他。而宁一晚嗅到魔族气息，我与魔族不共戴天，师尊快住手，给我留下一个。白灵水则是无限宠溺，难得出来放松下，你这又是何必？那不行，魔族杀无赦。很快其余魔族俱被消灭，只剩巴沙一脸生无可恋，任由八十米大剑抵在脖梗。白灵水冷冷道，那个无名呢？还有是不是他派你来刺杀本座？魔女无力的瘫软在地，可仍嘴硬道，魔尊大人的名讳岂是你配提起的？而且你问我就回答，岂不是很没面子？那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命更重要？而巴沙明白今日难逃一死，干脆自己动手化纸为剑。想来这嗨斯魔女也是个狠人，最后依然嘴硬你们苍穹元界的毁灭，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另一碗明显还没杀够，因此必须补上一刀。他们这魔族之人，废话都是这么多的吗？众所周不知，犬族的精血弥足珍贵，只需一口便能让修仙者受益匪浅，可代价是吸取者身上也会出现犬族印记。见状姑妈很是心痛，嗔怒姑娘，你干脆把我侄子吸干算了。就在刚刚，亲眼看到宁一晚将魔族剁成渣渣，贺青阳从双腿凉到肚皮，好残忍。按剧情自己在苍穹大会也是这么一个死相。不行不行，赶快完成任务离开苍穹元界。而宁一晚则像往常一般甩掉番茄汁，姑妈也由犬身变回了人形，疑惑这些魔族是如何混进妖世级的。按说入口设置了专门的禁制，应该进不来才对，杀的兴起，刚刚应该留下一个活口，因为要回苍穹元界，白灵水显得黯然神伤，估计很久才能再来。晴儿，你会不会想我？而姑妈不想让众人看破两人关系，要走就快走吧，不送了。看到昔日的道侣依然没有原谅自己，白灵水轻轻叹了一声，转身带着宁一晚离去。宁一晚却感知出楼上有异，总感觉有一股淡淡且熟悉的存在。见状，鹤狗二人吓到屏住了呼吸。公子啊，他不会是发现我们了吧？不会，虽然他直觉很强，但公子我藏得很好。就这样过了三个时辰，姑妈叫起二人，别藏了，走远了。还有姑娘们都出来干活了，把这些魔族都拖出去烧个干干净净。那个青阳，你随我进屋，顺便把门带上。而屋中贺慕晴表示白灵水已知道了你的身份。听完鹤狗二人吓到炸毛，姑妈也是无奈，没有办法，你上在襁褓的时候他便抱过你一次，只那一次他便记住了你的气息。鹤狗却想不通他为何不揭穿自己告诉宁一晚。姑妈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放心，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会替你保守秘密的。还有，你不是问我如何控制变身吗？其实很简单，有了这道符咒以后，你想变身只要心中所念便可。不过每次到了破境之时，最好还是恢复瘦身。谢谢姑妈。贺狗却不解姑妈为何不去送送那白灵水。密人生气，侄子没有礼貌，我叫他名字就罢了，但你可不能直呼他的名字。转念一想，不能说太多，让这大侄儿起了疑心。算了，你爱称呼什么吧。岂料贺狗嘿嘿一笑，我可看出你偷看他的眼神满满的爱意哟。胡说，你懂什么？而为了岔开话题，姑妈嗔道，你是不是把精血喂了别人？啥？这你都能看出来？姑妈则是盯着丁女，这个小丫头肯定是喝过，还有那个灵瑶之体的宁一晚也喝过，对吧？说完，贺慕晴卷起丁女的袖子，掐指捏出法印。凡是喝过你犬族精血之人，其手臂上都会留下你独有的印记，而这标记一生都不会磨灭。这是我打小就告诉你的，你居然忘了？难道你的脑子是被大铁门夹的？还有，你的精血虽有治愈和助人修炼的功能，可每一次聚会影响你的身体，万一被人不小心吸干了，会死的。听完，丁敏吓得捂住小嘴，一只大手却搭在他的香肩。小敏敏是我的灵宠，我得照顾她。还有宁一晚也帮过我，也是无妨。而丁敏一脸娇羞，公子快放开了，姑姑在看了。不过投向贺青阳的眼神，崇拜中更是多了几分爱慕之情。少女十八年逃婚十九次，只因清白之身已被鹤狗看了一个通透。因为从那个角度看，真的是很过分。就在刚刚，按照姑妈的解释，每被异性吸取一次精血，对方隐秘处就会留下贺青阳独有的犬族印记。丁敏是自己的灵宠倒是无妨，可若被宁一晚发觉，岂不是要暴露？姑妈则是调侃，现在知道怕了吗？一两次倒是无妨，可随着次数增多，烙印就会变得很明显。而鹤狗庆幸提前知晓了此事，看来这次找姑妈找的还算及时，发觉贺青阳双手趁机上下游走。丁敏叫呼公子，手不要往下伸了，你姑妈还在那里看着呢。而贺慕晴却懒得管两个小辈，上一次人魔大战，妖族夹在中间，处境很是尴尬，而皇兄不想再介入其中，被任何一方当作棋子，因此等你能够离开苍穹元界就赶快回家。而当听到贺狗表示还需完成两次任务，姑妈表情变得凝重，叮嘱对于你精血可助其他人修炼的事，一定要好生保密，切不可宣扬出去。这么说吧，你就好比是一个行走的大血包。听完，丁敏一脸垂涎，露出小獠牙，而后发觉失态，轻咳两声来掩饰尴尬。可是姑姑，侄儿总觉得有人很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可我却想不通他为何不揭发我，那样再夺我精元岂不是更容易？贺慕晴神色一紧，有这种事？具体说说。就是炎阳峰的琴身总是派柳如烟来勾引我，每次极尽媚态就是想夺我精元，虽说没有精血来得更快，但他们清楚我身体对他们的修炼大有利，当然每次都被侄儿拒绝，毕竟我是正经人。而且丁敏还发现过琴身受伤后去过掌门的住处，还有我在宗门发现了魔尊的不灭辉光。这么说，魔尊与掌门或者与那什么琴身有些关联。而为了不让贺慕晴怀疑身份，贺狗装作不太清楚，表示自己只是个外门，其他的毫不知情。交代完毕，贺慕晴宽衣解带，表示人家乏了。
你们也回去吧。而屋中没有动过的痕迹，应该没被发现。困死了，这一晚真是惊心动魄。正要睡去，却被砸门之声吵醒。贺同门，你睡得好吗？好，侦探喵的好。可当听到是秦莲心想见自己一面，贺狗瞬间没了困意。难道是那个走路都会自己绊倒，然后摆出个完美姿势供自己欣赏？可话说那个身材还是能够打个满分的，而满分妹子明显一等候多时。看到贺狗出现，秦莲心显然很是激动。秦姑娘，你是来铸造兵器的吗？是呢，人家想来升级一下鞭子。最主要的是我又逃婚了。每次都把逃婚说得这么兴奋。上次和你们分开，我答应父母去见那人一面，然而就是这么一见，我下定决心跑路，人家才不要每天醒来面对那样一个极品。贺狗则表示，据我所知，你们御兽族最善追踪，想来你父母找你并非难事，我觉得你还是跟他们说清楚比较好。哪知李金灿引起共鸣，不喜欢绝不能嫁，要誓死反抗，婚姻哪能被别人拿捏。李金姑娘，你说的对，但却如贺公子所说，我无处藏身的，那还不好说，你现在就澄清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为了应付老妈的催婚，女孩只能随便抓一个男人，不管你有多少师姐师妹，反正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就在刚刚听到秦莲心因为逃婚而离家，李金灿表示，那还不好说，你现在就找个男人生米煮成熟饭，妹妹有没有心上人有好感的也算，没有吗？那就难办了，看来只能假装澄清，等过阵子再偷偷合理。可这眼前不是现成的就有一位。贺狗一惊，你看我做什么？这种事可他喵不能乱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不秦小姐说说父母为何要逼你联姻。而此事说来话长，想来御兽族有诸多分支，原本各自为政，但近来出现一个新的组织，不断吞并别的族群，对于臣服者便纳入麾下，而拒绝者则是满门禁锢。而为了结成抵御联盟，秦氏一族选定秦莲心联姻西南朴氏。可那个朴长君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不仅人不人鬼不鬼，而且经铃铛委托别的灵兽打探，他每天所做之事没有一件能过了审，日日流连花丛之中，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染上脏病。李金灿听完咬牙切齿，你父母这不是把你往火坑里推？而听到小琴还在为父母辩解，甚至连贺青阳也听不下去，就算再没办法，也不能以牺牲女儿的幸福当作结盟的交易，再说这也只是一时的维系。而小琴麻木地问道，李金姐姐，如果有一天必须牺牲你才能拯救李金家族，你会如何做呢？李金灿的身子微微一震，随即变得落寞，不知道，我想也只能跟秦妹妹一样被动了吧。这时贺狗悠悠说道，看来如今各个家族都在权衡利弊，有不少人想婚水摸鱼，最终渔翁得利，不过这很正常，人性的弱点罢了。此刻我们首先要让你父母知道联姻根本就不了情势。不，他们不会信的，那就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因为这段剧情虽然忘了过程，但贺狗记得结果，御兽各族最终无疑幸免，而幕后黑手正是魔尊无名的左膀右臂司水英。就在几人商讨的时候，门外有人求见，并自称是小琴的家人。女孩无可奈何，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无妨，妹妹若是不想见我就不让他们进来，多谢姐姐好意，可我总不能藏一辈子，就让他们进来看看说些什么。而随着丫鬟引路，自称是小琴堂哥的秦淑英躬身行礼，虽然我秦家与李金一族素来交好，可妹妹如此叨扰还是有些不妥。闹够了吗？快跟哥哥回去。回去，堂哥，我可是你妹妹，你真的忍心我嫁给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妹妹放心，殷家已经保证好好管教她，并且答应你嫁过去便是主母。闻言，秦莲心厌恶的皱起眉头，若是你亲妹妹，你还愿意让她嫁过去吗？当然，为了家族，就是要我嫁我也会嫁，这到底是什么鸟毛哥哥？因为拥有上帝视角，贺青阳直接提出殷家的实力好像还不如秦家吧。那个确实还不如，那不就对了，你们两家联姻实力又能提升多少？不过有病乱投医，多了一个拖油瓶。而看到堂哥依然不为所动，秦莲心则是横下了心，我不走，因为我已经有了喜爱之人。大姐，你看我做甚？没错，我就是喜欢贺公子。堂哥，你忍心拆散我和秦朗哥哥吗？很明显堂哥并不相信，看来贺公子并不认同，那便强行代理好了。讨厌，谁说他不认同的？过来吧，你这样你们信不信？两人做着大家都不爱看的事，甚至还挑衅一般看向身后的男人。贺青阳却不知自己的宝贝灵宠也就是丁宇此刻正被宁一晚严加审问。快说，贺师弟是不是去过花楼找过乐子？就在刚刚，秦莲心为了逃婚假装与贺狗已成道理，而堂哥并不相信，莲心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别让身边人为难。贺青阳则劝道，既然他真的不想嫁你，又何必强迫？而见堂哥再次搬出虚联姻来对抗外族的理由，贺狗也认真起来，如果我叫上宁一晚行不行？根据游戏剧情，宁一晚此时已是好几个副本的主角，而那司水英刚好是其中一个副本 boss。 堂哥心中一动，若有月华君出手，虽无百分百胜率，但至少是一针强心剂。那便说定了，我随你们回去。闻言，李金灿提醒贺同门，莫要忘了，我们还有13日便要返回苍穹元界了。而看到贺狗信心满满，堂哥无语，真是少年热血，可惜能力不足。可看他那个拉胯模样，我秦家怎能拉着他白白送死？而很显然，贺狗也看出对面的不屑，走出去单挑，好好比试比试。堂哥无语，还真是个蠢萌少年，那便满足你，你们四个单挑贺公子，记得不要太过。秦莲心也是一脸担忧，公子你不必如此，别担心，再说我怎能眼睁睁看你一个女孩子落入火坑？一番话聊的妹子小心脏扑通扑通，风度翩翩这三个字难道是为她而设？很快拉开阵势，公平起见，李金灿作为裁判，贺狗正想试试昨晚从白灵水身上学到的建议，可李金灿的手刚刚落下，眨眼间胜负已分。堂哥由衷感叹，好快的男人。
没想到他们这么弱，弱到我感觉你们不太尊重我。只有秦莲心知道那四人乃族中一等一的高手。堂哥不禁想，难道他隐藏了自己的气机？年纪轻轻，行事缜密，或许真的能帮到我。而看着贺青阳愈发帅气，秦莲心貌似情窦初开，在一旁扭扭捏捏。一旁李金灿也来凑热闹，真的要去秦家吗？也算我一个。镜头来到苍穹元界，丁敏等候多时，终于看到宁一婉的身影。经过一番修整，仙子的气息更加精纯，看上去也愈发不可接近。而丁敏硬起头皮挡住他的去路。你好，月华君，我家公子想拜托您帮个忙。是吗？可他自己怎么不来？我家公子正前往御兽族的秦氏聚集地。说到这里，丁敏变得严肃起来。公子说那里有魔族泛乱，听到有最讨厌的魔族。宁一婉一脸正色。我明白了，我答应随你去。丁敏任务完成，喜不胜受。可需不需要告知白仙尊一下？不必，除魔未到乃我辈责任，现在就出发。而离开李金家已过了两日，李金灿被安排到与堂哥一起，秦莲心主动要求与鹤狗同起。算算时间，丁敏应该见到宁一婉了。事关魔族，相信师姐会感兴趣的，只希望他不要为难我的小丁丁。就在这时，秦莲心提醒公子坐稳扶好，我们需要加速。疾风烈烈作响，斗篷随风舞动，一片雪白若隐若现，让正人君子挪不开眼睛。鹤狗无语，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丫头，后面坐的也就是我。换成这些看视频的老六，后果不敢想象。按住斗篷的同时，无比留恋的又很近瞄了一眼。与此同时，宁一婉一行也准备休息打剑。随着掐指捏咒，瞬间火堆燃起。宁一婉若有深意的说道：“你也坐下休息吧。一路上，丁明，你总是离得我好远。虽然我对你们这些妖族没有一点好感，可毕竟你是贺师弟的灵宠，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丁敏则是小声的应了一声，随即无比乖巧的坐在宁一婉对面。不出所料，正题来了。宁一婉假装随意表示问你的事情：“你和贺师弟前些天是不是去过抚州阁？”看到小狐妖吓得吞吞吐吐。呵呵，被我说中了吧？丁敏控制不住豆大的冷汗流了下来，哪知宁一婉却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哎呀，没事的，不过那抚州阁是找乐子的地方，贺师弟他玩得开不开心呢？见状，丁敏放松了下来。不开心，一点也不开心。还有是我带他去的，公子只是好奇，可绝对安分守己，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而把这小妮子的话套了出来，宁一婉也不再掩饰，冷哼了一声，他果然去了。明明是高贵的狐族圣女，此刻却甘愿跪地替主人受罚，这样的灵宠你想不想来上一打？就在刚刚，由于狐妖丁敏说漏了嘴，宁一婉终于印证了自己的想法。那天晚上贺青阳果真去过妖世纪，而在那里又能做些什么好事？丁敏赶忙解释：月华君别误会，公子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一切都怪我缠着公子带我去，因为很长时间没回归族群，因此想念的紧。而宁一婉反应过来自己与贺青阳本没有表明关系，因此没资格追问的太紧。可我想问的是，明明当晚有妖族泛乱，你主仆二人为何不出来杀敌？难道是怕死不成？听到这里，丁敏再也忍不下去。公子才不是怕死之人，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不出来？给你时间好好编个理由。看来今天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要命之时，丁敏想到遗物，奴家忘了这是公子送给您的。幸好那天公子留了一手，若是宁一婉怀疑，便说我去妖世集是为了给他买礼。宁一婉见状明显一愣，随手打开精美的木匣，里面赫然放着一枚别致的发簪，小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内容写得很是诚恳。看来鹤狗确实费了心思，而很明显这一招甚是好用。仙子不顾丁敏的眼光，自顾自摆弄起来。月华君若是喜欢，不如我现在就帮你戴上。宁一婉脸色微微一红，随手挽起发鬓，很明显是默许。丁敏接着恭维道：“公子挑了很久，说这只最衬你的气质。”哪知宁一婉突然问起：“丁敏，你认为龙翔司他们如何？”丁敏手变得颤抖。月华君想听真话。那是自然，小狐妖音色明显提高几分。龙翔司善恶不分，只听人类一面之词便灭我全族。就算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人类，但这样没有是非观念的组织，总有一天矛头和利剑也会因为某个大人物的决策而对准人类，而我会等着那一天的到来。方才的话月华君就当没听过。说完，丁敏抹掉委屈的泪珠，簪子插好了，真的很好看。却见宁一婉轻轻握住他的小手：“你说的话我能感同身受。”宁一婉继续说道：“只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孤儿。”场景切换，贺青阳一行终于到达秦莲心的家乡，而秦氏是御兽一族中最崇尚和平的一支，一半以上的居民都以农耕为主。可就算崇尚和平，实力也不可小觑。就算牛魔王本尊来了不耕两亩地，也别想走。而看到长辈呼唤，堂哥明显礼貌有加，只引得李金灿吐槽他怎么两副面孔，对我们如同冰山，看到别人却好像邻家哥哥。贺狗直接下了定论：除了钻牛角尖之外，不失为一个好男人。而最大的建筑正是秦莲心的家。族长爹爹等待消息，明显焦虑不安。听闻动静回头，一眼瞥见侄儿成功带莲心回家，奔过来的同时怒吼：除了逃婚，你还会不会点地？我的小宝贝。你知道为父有多担心？大名鼎鼎的苍穹一姐宁一婉，表面上冰清玉洁，可每天晚上的行为却很是奇葩。就在刚刚，贺青阳跟随逃婚的秦莲心回家面对父母，而秦父早已等候多时。臭丫头就知道逃婚，你知道为父有多担心？秦莲心挥出一记老拳：臭老头，不要碰我，我才没有你这种把女儿推进火坑的吧。老头很是委屈，我有在逼你吗？众人一阵鄙视，你就是逼了。看到情妇没有想象中的不堪，并且与李金灿的老爸还是开裆裤时的玩伴，贺青阳暗想：若是与这秦家搭上关系还不错，反正多拉点队友，到时候宁一婉针对自己出手，能多几个人替自己说话，也不至于被劈成八板。而堂哥也转换态度，认为妹妹嫁给那种东西确实不懂。听完，老头拍了桌子：我认为你们说的很对，咱们不嫁了就是。啥？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
可若是悔婚，我秦家便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鹤狗则表示秦家主不必担心，在下超强的，牛已经吹出去了师姐你一定要来，虽然你来是帮忙为我做嫁衣，可是到如今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而当听到堂哥说起方才鹤狗一挑四的战绩，秦家主更是感慨果真英雄少年，那就说定了走走走去干饭。而随着一夜痛饮，直到丁敏赶来鹤狗依旧瘫在榻上，是小敏敏回来了，被我好冷来帮老哥暖床。公子，月华君也来了，坑爹是不是不贪喵早点告诉我？师姐见到你太好了，呵呵呵。宁毅婉冷笑了脸，我只想知道他如何给你暖床，麻烦你俩示范给我看。就在这时，丁敏灵机一动，化成妖兽，那个公子很喜欢动物，每次就是这么暖床。对对对，师弟，我从小就喜欢抱着毛茸茸的动物
可是师弟从何处得知与魔族有关的？鹤狗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慌到一批，只能假借自己觉得有很多可疑的点，可又不能说太多，反而引起他的怀疑。宁一晚顺藤摸瓜，你不会是怀疑宗门有内鬼，而且还与魔族有关吧？顺着这个思路想，夺取我灵妖体的身体有助修行，可是你对那个神秘人又有什么价值？话已至此，鹤狗不得不说，师姐你没发现我学东西特别快，说不定也是什么神奇的体质。只听宁一晚赞扬道，师弟想不错，修行者的感觉很重要，还有等回到宗门我托师尊好好检查下你的身体。啥？这个没有必要吧。而此刻秦家的后院，秦莲心见到宁一晚瞬间化为小迷妹，当听说要去见秦父聊一些事情，我和爸爸还没和好我就不去了，不过接下来的行动月华君一定要带上。正在要为两人指路之时，秦莲心又绊了一跤，衣服又一次被树枝挂住，只不过这次换成扑向宁一晚，死死的把他压在身下，亲自为自己的偶像做了一次洗面奶。只是想测下安全气囊安不安全，结果少女一回合便败下了阵。不愧是月华君，小妹甘拜下风了。就在刚刚，秦莲心使出一记仙人指路，结果脚下一滑，衣服也被树枝挂住，瞬间失去重心扑到宁一晚的身上。鹤狗直呼辣了眼睛，月华君你没事吧？我不是有意的，只是每次见到你都太激动了。而宁一晚心想，这小丫头真不小了，没事只是碰得太猛，有一点震荡。你呢？没把你伤到吧？没有没有，弹性很大的。切，上次我碰了一下师姐差点打死我。而铃铛也跑过来蹭着师姐，宁一晚轻呼一声好可爱的喵喵，这是妹妹的灵兽吗？没错，被月华君夸过以后，估计铃铛在小伙伴面前都要仰起头走路。鹤狗无语，命好苦，果然他最不待见的人只有自己。经此一撞，秦莲心改变主意，跟着两人去见父亲。很好，那边有劳妹妹了。而看到女儿还是没有原谅自己，秦父委屈的撅起小嘴。秦莲心无语，老秦啊，谈正事吧，别丢人现眼了。嗯，知道了。久闻月华君的大名，今日可算见到了。秦家主客气了，我们直奔主题吧。痛快，其实老夫所得的情报并不多，他们来去如风，且形势非常隐秘，根本没有固定聚落，完全不符合御兽族的习性。而且比起谈判，他们更倾向于暴力侵吞，稍有不从的部落皆被其禁土。此刻只有鹤狗知晓，司水英其实是有根据地的。游戏里的线索是由龙翔司直接提供，可由于自己介入，影响到游戏的剧情发展，宁一晚无法按部就班找到龙翔司，一切只怪自己心太急，搅乱了进展。鹤师弟，你为何叹气？啥？我叹气了吗？师姐，我的灵兽在妖界颇有门路，不妨让他去打探一番。宁一晚表示赞同，毕竟也有不少妖族和魔族勾结，路子更野一点。鹤狗对着手环表示叮咛，你听到了吗？随即小声说道，你就假装出去逛一圈就行。公子不用打听吗？不用，我知道信息，你就装个样子就行，以后我会找机会向你解释的。闻言叮咛便假装出去打探。宁一晚见状表示等鹤师弟的灵兽回来再做打算，说完便让鹤狗陪自己出去转转，还露出一副腼腆的样子。见两人甩了自己，秦莲心嘀咕着自己要不要跟去，秦父则表示去什么去，看不出人家豺狼虎豹，说错了，狼才女貌嘛，而你去当什么灯泡，不如和父亲聊聊和好的事情。切，我才不会原谅你的。此刻后院中湖水碧波荡漾，春风撩动人心，端向着师姐美丽的背影，鹤狗感觉风儿都是香甜的，刚刚想说些什么应景的话，鹤狗脖子猛地一凉，八十米长的大剑抵了过来。只见师姐面色微寒，要不要给我解释一下那晚你去花楼里干的那些事情？十年来第一次被人壁咚，仙子表示师弟这样不可以吗？被人看到如何是好呀？而男人识趣的离开。啥？这就结束了？你还算不算个男人啊？就在刚刚，八十米大剑抵在鹤狗的脖梗，宁一晚质问为何自己与魔族打架你不现身，鹤狗难道会说出小爷躲你都来不及？因为打不过，我如今的境界根本打不过那天的魔族，去了反而会拖累师姐。胡说，你明明就是怕死。
怕死有错吗？如果修道者没有自知之明，遇到魔族便往前冲，反而记在修道中途，岂不是给魔族做了嫁衣？师姐略微思索，你说的对，可是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你。可师姐，你那晚又为何与师尊去了抚州阁？我亲眼看到白灵水与老板娘眉来眼去。记得师姐你仇恨魔族，厌恶妖族，又为何跟随师尊与妖族来往密切？质问下宁一晚满面羞红。好了，这下师姐我们两清了，虽然暂时脱了险，鹤狗依然心有余悸，吓死宝宝了，想不到这妞疑心这么重，看来还是要赶快完成任务，早点离开苍穹原界。时间来到深夜，小狐妖假装探听消息，实则是吃了份宵夜回来，剩下的则是交给鹤狗眼。原来之所以找不到他们，是因为那一处被设置了结界。宁一晚疑惑消息是否属实，我吃了三碗，不对不对，我请了三个姐妹一起打听的。怕丁敏露出马脚，鹤狗提议不如明天亲自去看。秦莲心想跟着一起，却被秦父拒绝，倒是无妨，秦小姐可以以个人身份随我们前去的，但是要把喵喵藏好，不要暴露你是御兽一族，主要是担心我和鹤师弟会失手激化矛盾而连累你。而到达所说的地点，看样子不过是两扇普通的石门，鹤狗假装不小心发现了机关的位置，随后假装蒙对了机关的密码，还好当时打游戏时没找代练帮自己刷副本材料，虽然行动很是顺利，依然挡不住两女投来疑惑的眼光。呵呵，你的灵宠消息还真是灵通呢。见状丁敏提醒公子，你小心一点，你师姐的疑心越来越重了。知道了，我正在想正在编，我这么阳光自信，他应该看不出我心虚。好了，门开了，我们先干正事吧，别的事等我们活下来再好好合计一下。鹤师弟你说对不对？鹤狗无语完了，又被这妮子盯上了，而很显然洞里别有一番天地。宁一晚很是警觉，前方五十米处有三处气息，不过看样子都是些人类。当听到鹤狗表示上山的路看来只有这一条，那我们便潜伏过去，正好确认下他们的身份和反应能力。而草丛一阵响动后，三人探出脑袋，原来对方也是御兽族，而且看服装，秦莲心确认其正是李氏族群，没想到这么没骨头居然归顺了对面。而鹤狗拦住宁一晚不要出手，擒贼先擒王，没必要在沿路浪费时间。很明显几人飞过头顶，小卡拉都没发觉。不对，前方果真有魔族的气息，鹤师弟你果然没有说错。说完师姐抽出宝剑，而鹤狗再一次出声阻拦，毕竟那丝水音比宁一晚还高出一个境界，当时游戏里宁一晚是带着琴身，依靠宗门几个奶妈才合力过了这个副本。看到鹤狗推三阻四，仙子很是生气，那你说怎么办？丁明你先去巡查一下，以丝水音这个 boss 的等级暂且发现不了你。师姐我的灵宠很好用吧？丁明去的这段时间正好看下有什么宝贝可以辅助一下，来这个不错，师姐送给你了。看到是九转金丹，宁一晚当场一愣，你怎么会有此种等级的丹药？与妖族的炼丹师换了。师姐不悦你居然跟妖族做交易，反观秦莲心却是一脸羡慕，这个聚元丹送给你了，可以帮助姬修士恢复元气和强化精神，这么珍贵我真的可以拿走吗？可以可以，我家里还有两筐。这个骗子，你肯定不止一次去过妖世界了。师姐我从妖族那里低价换购高阶丹药，然后再为我们所用，我感觉这正是替天行道的一种啊。切，以前还不觉得你这么厚脸皮。而随着丁敏归来，公子啊，上面人好多，我粗略一看大约有五六百人分布在各处，如此多人确实不能硬闯。那他们的首领找到了吗？丁敏回到首领有三人，而其中的老大好像叫做司水英。宁一晚脱口而出居然是他，看到宁一晚也认识鹤狗倒很是意外，如果是他的话今日确实不能行动。宁一晚表示先回去商量一下，这个司水英正是魔尊无名的左膀右臂，上一次人魔大战中他全身而退销声匿迹，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他竟卷土重来。没错，情妇也无奈，若是如此恐怕已不是我们所能对抗。鹤狗却是打破沉闷，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此刻何不联合其他御兽族共同对抗。秦莲心也开口，此刻已不容计较旧怨，况且对面步步紧逼，但是我族存亡便已不容有丝毫迟疑。没错，要想方设法联合较弱的族群，比如之前要与秦小姐联姻的殷家，剩下的只有三个选择，被吞并，负隅顽抗，或者是加入我们。不过到了如今没被吞并的应该都是些有骨气的，所以我们需要主动一些。听完宁一晚罕见的露出赞美之色，就这么办。秦父决定把老脸拉下，亲自去殷家道歉并且游说一番。宁一晚也表示以个人身份飞讯师尊前来援助。啥？白灵水也要来，怕是他会当场戳穿我的妖族身份。色喵不仅抢了鹤狗的专属位置，甚至还心满意足的鬼叫了几声，更是用尾巴不灵不灵的发起挑衅。想起温暖的港湾被别人霸占，换成你你也会气到不行。就在刚刚，掌门师姐亲自接待了白灵水，并询问起宁一晚为何突然下山，听说都忘了向掌务阁报备一下。为师姐估计那妮子谈恋爱不想告诉我们罢了。谈恋爱？什么恋爱还要下山去谈？难道是其他宗门的弟子？白灵水一阵错愕，那倒不是，不过是我刘全峰的一个外门弟子。说完便注意起掌门师姐的反应，而掌门果然显得毫不知情，完全忘了之前自己关注过鹤狗与宁一晚这个 CP。 而等白灵水继续试探师姐想不想知道那小子的名字，掌门却表示外门弟子众多，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一定记得是谁，感觉多说无益。白灵水则是找个借口提前告辞，以他的认识苍穹原界不可能有师姐不记得的。如此看来眼前的师姐绝对有些问题。而思索间现出宁一晚的千里传音，师尊徒儿需要你的帮忙。白灵水则是提醒此地说话不太方便，说完祭出一座古朴的凉亭，四面悬挂的帘布俱为隔音符文所化，看来宗内貌似已被魔族势力渗透，让这神经大条
的师尊都变得谨慎。而当听闻是御兽族仪式并请事关魔族，白灵水更是秀眉微蹙。你上次跟我说掌门和魔族可能有些关联，看来果真不假。只因若真是你的掌门师伯，不可能忘记他见过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好了，此处不宜说这些话题，等见了面我师徒二人再细说。最后宁一晚不忘提醒师尊要以个人的身份前来。好了，知道，这还用你提醒。说完宁一晚挂掉视频，毕竟很费流量。随后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原以为只是一般的魔族泛滥，哪知涉及到了司水音，因此贺师弟你还是退出吧。贺狗一头雾水，师姐何出此言，你不是说打不赢就别出手，真男人不会做以卵击石的事情。听完贺狗无语，这妮子真的很记仇，只能表示此事本是自己挑起然后找来你，若是提前退出以后还怎么做狗，不对怎么做人。仙子步步紧逼，万一你中道崩殂了，修行界岂不是少了一个明日之星，那样岂不是给魔族做了嫁衣，来劲了是吧。还有中道崩殂他们要是这么用的。就在这时铃铛探出了脑瓜，不顾主人的阻拦，貌似在寻找十分诱人的东西，而很明显目标正是宁一晚，瞬间也让仙子转移了注意。见状鹤狗表示真是我的恩人，否则还不知要被讽刺多久。看样子这家伙是被宁一晚的灵鸟体吸引来的，可看他的喵样真的很欠揍。更无语的是师姐的小手还在四处游走，秦莲心则很是抱歉月华君不好意思，不知怎么这家伙就如同着魔了一般乱窜。师姐则表示没关系的，喵喵很可爱。听到这里肥喵的尾巴更是傲娇了起来，喵呜一声似是得到极大的满足。见状鹤狗老脸一红，同为妖兽，只有他最清楚肥喵此刻软玉在怀的感受，也瞬间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以这个姿势亲近师姐。天啊，我真的很想弄死这只肥喵。明明喜欢男人仙子却不敢承认，最后还是让师尊带他表明了心意，他可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就在刚刚，鹤狗陪着宁一晚等待师尊白灵水的到来，由于亲眼看到白仙尊与姑妈的亲密，鹤狗发觉两人竟是一双传说中的百合，伤脑筋啊，等下见到他我是应该叫他仙尊还是叫他姑父，要不然喊他姑父妈好了。就在这时白灵水匆匆赶到，看样子他已知晓这次魔族的领头之人竟是司水音，我和这姓司的几十年没见过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随后指着贺青阳大喊，你不是那个。鹤狗一惊坏了，他要接我身份，哪知白灵水话锋一转，对了你叫什么来着，总听我家宁一晚提起你呢。宁一晚小声嘟囔，他叫贺青阳了。原来叫贺青阳啊。白灵水意味深长，我倒是也认识一个姓贺的，不过对方可是个妖族，又在吓小爷，你他喵直说好了。白灵水戏谑，这小伙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好了，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去见一下秦家主。哪知边走路他又开始作妖，真身在前面缓缓而行，神魄却出窍来到了鹤狗的面前。晚一点记得来找我，注意不要被一晚发觉。孤男寡女他想做什么？哦对了，忘了他不喜欢男人。当然两人的对话宁一晚根本不会发觉，只能疑惑你盯着我师尊干嘛。没有没有，白仙尊的气场太强，我有点被震慑到。而师姐嫣然一笑，好好修炼吧，总有一天你也会如师尊那般强大。鹤狗有些尴尬，就凭我那不知道要几百年。师姐却罕见的露出欣赏之色，贺师弟的话应该不会太久的。时间很快来到傍晚，鹤狗特意绕开宁一晚的房间，姓白的女人暴虐无常，若被别人发现行踪她肯定会怪罪于我。好外甥别怕，附近没人，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小了，你那么小的时候本座抱着你，当时你的脾气可是大得很啊。鹤狗则是开门见山，仙尊为何不揭露我的身份给您师姐，难道是因为我的姑姑？白灵水却反问我为什么要揭露，我家一晚是那么喜欢你，我又怎能坏人的好事当一个不解风情的老女人呢。啥？师姐喜欢我？没错，只不过她自己还没意识到罢了。说完白灵水咯咯一笑，哎呀我真是年纪大了管不住自己的嘴，你就当没听过好了，再说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我是断然不会逼你的，我只是觉得那丫头会把很多感情藏在心里，为了修行和除魔味道错过了自己的幸福，你可知他从小就无依无靠，而他的父母俱是死于魔族之手。贺狗也是后悔当初玩游戏时跳过很多剧情对话，因此对他的了解甚是浅薄，但是自己明白他对魔族的仇恨有三层楼那么高。说到这里白灵水轻轻叹了口气，我把他养大，对我来说一晚就是我的女儿，而比起除魔味道我更希望他能好好活下去，因此你必须保护好他。不，师姐她很强，哪里需要我来保护，这话说的不怕死自然是强了。你敢信？与魔族打架，两人居然感情升温。师弟昨晚累坏了，这次该姐姐动了。不，师姐你再重比较大，还是去旁边歇一下。就在刚刚，情妇来到阴府为女儿退婚，很显然对面觉得没了面子，口口声声说你女儿好动，嫁过来我全家会倒霉。哼，只怕是你觉得我儿配不上你家千金才对。郝大儿也是重重叹了口气，就算退婚莲心也不愿意见上我一面，想想也是了，我这样子人家看不上也情有可原。阴母皱起眉头，乖儿子不许这么说话，只能说那个丫头没有福气，宠溺的样子看得老秦一脸无语。来来来，我儿喝点茶润润嗓子。不喝，反正人家也看不上我，就让儿子孤独终老吧。这下老秦再也听不下去，演什么演，演给谁看呢？对面震惊来退婚还他喵这个态度，表哥也是提醒大伯冷静，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我当时脑子被门
家了才想用联姻来和他们结盟。还好我女儿比我聪明跑路了，不然嫁给这种娘宝才真是进了火坑。算了，劝不住了。大伯骂爽了就是，殷家主则是反击到粗鲁，真是不知廉耻。而老秦岂能惯着这些卡拉，生死存亡的劳资还和你讲这些，到底结不结盟？不结劳资就走了。说完招呼堂哥走人，临走时还嘟囔着你殷家战力如何你自己清楚，不结盟就等着被吞并，到时候看谁还叫你一声家主。你给我站住，咋地你还不服？老头吞吞吐吐，我结盟还不行？侄子，我没有听错吧？大伯，你没有听错。老秦立马变脸，英雄真是人中绝俊，豪气干云。对面壮起胆子又提起联姻之事，你再提一次，信不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返回家中谈起此行，众人很是开心。秦莲心红的小脸问道，贺公子你为何这么高兴？没什么，只是觉得你爹描述的很搞笑。莲心难掩心中失落，只是这样子吗？白灵水则是鼓励接下来拉拢的族群越多越好，秦家妇女一口答应，只是不知与魔族这一战会失去多少精英。没办法，可为了你们御兽族的尊严，我等也会竭尽全力。八日后，御兽族联盟正式来到魔族地界，贺狗一马当先打开机关，白灵水则是警告你族的存亡就在今日，可若是有谁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众人群情激愤，只有娘宝在旁边不发一言。既然如此，那大家便舍命一搏吧。而后果然如白灵水所说那般，发现来袭众魔族抵抗很是凌厉，御兽一族倚仗灵兽辅助，士气也算高昂。贺狗与一晚二人则是深入敌巢，却被一魔族将军拦住去路。世子还挑软的捏，魔将大刀劈向贺狗，师姐狱卒清点，住手！你的对手是我，好厉害的小妞，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月华仙君，要不要做我的压寨夫人？本大爷一定夜夜都疼爱你。回答他的则是师姐的成名之计月华莲梦，炸裂的一水漩涡成型，魔将族只留下一句淡淡的女声，聒噪的东西。而另一名魔将蛤蟆大猪缠住贺狗，师姐震怒，四喇个在欺负我的师弟。一水漩涡再次施展，蛤蟆猪腰倒地。师姐，你要真是我的媳妇，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躺平吗？另一晚小脸一红，想起之前贺狗真的扬言过要娶自己过门，心中乐开了花，嘴上却呸了一声，想得美，再说撕烂你的嘴。可就在两人身子越凑越近之时，蛤蟆大猪苏醒，抓起大锤想要偷袭。师姐小心！贺狗率先出手，长剑一剑封喉，凌厉的出招丝毫不输刚刚宁一晚的身手。女人的见面大礼真的很大，随手便将爱徒送给男人做暖床丫头，还问男人不够的话也可以把自己加上。就在刚刚，白灵水带领贺狗二人直接闯入魔族总部，而这个副本的 boss 正是魔尊的左膀右臂司水英。很明显，魔女已看出贺狗犬族王子的身份，然而却选择替他守住秘密，故意询问白灵水：“这两个小崽子是你的徒弟吗？怎么见到长辈没有一点礼貌？”贺狗不爽到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我叫你大妈？一番话把对面气炸。白灵水噗呲一笑，表示骂得好。刚刚翻阅了一下你们魔族的卷宗，只见贺狗掏出卷轴继续说道，如果你们只是被魔尊蒙蔽而不是天生的恶，本人不介意当一回圣母解救一下你等魔种。可很明显，司水英是魔尊无名的铁嘴。闭嘴，魔尊大人不会错的。贺狗无语，真的是没救了。白灵水嗔怪，你就不该和他啰嗦。说完命二人往边上站一站，不要影响自己打架，等下写篇观后感记得交给我。而随着魔女下达指令，白灵水一动不动，任凭巨大蝎尾洞穿他的身躯，然而却只是他的幻影。魔女看得一脸懵逼，这才看清白灵水已闪身来到不远，在惊天一剑下，蝎身左右分家，而冰冷的佩剑抵在魔女的脖颈。白灵水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你这几十年到底练了个啥？贺狗则是抽空在旁边画着草，面对宁一晚的一脸不解，他解释，师姐我这是在记一些关键动作。嗯，这样啊，可你刚刚说的科学和心理学又是什么东西？说着仙子眨了眨睿智的眼睛，那个其实就是我对天文地理方面的统称，我喜欢造词听着神神叨叨一点的，没准可以唬住敌人，生怕师姐知晓自己穿越者的身份。贺狗赶紧岔开话题，师姐快去看打架。而另一边，白灵水依旧占据上风，毕竟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是徒劳，魔女纵然使出全力仍然再次被控住身位，她也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白灵水，我输了，想不到你司水英居然还会认输。肯定不会啊。随着司水英一声响指，白灵水脚下地面现出裂纹，又一只蝎尾破土而出，眼见便要刺向面门，怕被破了相，白灵水只能闪身后退。你们这些魔族还真的是不讲武德。司水英没有理会他，却对贺青阳颇感兴趣，小公子真是有点意思，我会来找你的。说完与坐骑一起消失于地壳之内。找我？你他喵找我做神？而明显没有打过瘾。白灵水无语，臭蝎子跑得倒是挺快，无名居然会看上他，眼光有够烂的。不必追了一晚，我们不懂地遁追不上。看外面的情况，三位主将都败了，那些小怪自是不在话下。说完转身面向贺狗，可是这个小朋友要完蛋了，那个蝎子女说不定半夜三更破土而出，然后钻你被子里。白仙尊不要吓我，成功唬住狗子。白灵水很是得意，办法倒是有一个，那便是转到我的座下，我会派我的爱徒日夜贴身保护你，那样就算出事的话我也能随时赶到，就当是师父我送你的入门大礼好了。想来你懂得。说完挤了挤眼睛，我懂，我懂什么懂，我就知道我妖族身份暴露，师姐第一个把我劈了。而看到师尊替自己做主，明一晚不怒反喜，终于每天都能和这家伙腻在一起，还省得外人说三道四。师弟欢迎你成为炎阳峰的内门，争取不死哦。事已至此，贺狗无奈却也不得面对现实。什么意思？看你的样子还不太愿意。
表面上师姐嘲笑我境界低，还大骂我是一个小垃圾，可每次把她吃干抹净后再踢出门，依旧拦不住她每天雷打不动的过来探亲。上集说到白灵水击败了司水英，没有及时逃走的魔族俱被一网打尽，而御兽族内部之事几人不便插手，因此交给他们内部解决。秦家主感恩戴德各位仗义出手，本人禽兽在此谢过。闻言白灵水夸赞秦家主真是起的异兽后，而听到秦莲心一再提醒不要忘了贺公子，看来女儿还真是上了心，昨晚做梦喊了一万多次姓贺的，毕竟这家伙该死的颜值连老夫都要避让三分，若是嫁给他倒也是件美事。一路上白灵水仍在调侃禽兽这个名字，他爹妈给他叫这个是突然起意还是抽了风？贺青阳说说你的看法。贺狗心想无非是漫画作者脑子不太正常，嘴中却脱口而出估计取自秦山苍翠瘦阳春吧。秦山是哪里？我为何没有听说过？贺狗这才想起这里是游戏世界，那个估计是青山的谐音吧。看来为防暴露身份以后要注意措辞。时间一转过了三天，白灵水亲自来流泉峰找师妹讨要贺狗这个弟子，一晚则陪贺狗在大厅等待消息。屋内传来对话，师妹那可就说定了，你可不许反悔，一个外门而已，给你给你。当听闻宿舍不用换，只是每天去炎阳峰那里上课，平日只是让另一晚传授自己。贺狗很显然松了一口气，毕竟少接近白灵水便少一丝暴露身份的机会，况且这女人与自己那姑妈纠缠不清，自己到时候是叫她姑父还是姑父妈，当然最主要的是与师姐不用再偷偷摸摸。因此师姐你什么时候叫我修炼？不急，正式开始前要先将你的水灵根转为火灵根，白天不太方便，晚上我去找你。然而晚上首先来拜访的竟是师姐郑青青，开口便询问李金看怎么没有一起回来。贺狗表示李金同门半路突然收到家中来信，当时自己想问他是什么事，可他的样子吞吞吐吐，只是表示家事紧急必须速归，并且还向御兽一族借了一头速度最快的灵兽。说到此处贺狗感觉有必要联系一下李金同门，然而下一刻郑青青的眼神让他头皮发麻。作为苍穹原界的小报记者，人家最关心你和宁一晚的恋情，还有你去了艳阳峰住的黎明师姐近不近，你们晚上会不会一起约小树林。说着妹子爬得越来越近，你不说清楚我今晚指定是不会走，拜托师姐滚出去，逃避是不可能的，人家明晚还会来的。仙子单身500多年，看着眼前的狗子都那样眉清目秀，他又怎能知晓此刻怀中的狗子正是平日对他不能近身的倒霉师弟贺青阳。就在刚刚，贺狗经过姑妈指点能顺利切换两种形态，趁着夜黑风高不如去浪一浪，希望不要遇到宁师姐。忽然背后一凉，顿觉前方有异，原来是原男主秦深和他的备胎柳无烟。这么晚了两人肯定是出来喝喝，听说那贺青阳转入艳阳峰以后，师妹你接近他可就难了。对不起师兄，是如烟无能。不，这不怪你，是他不知怎么了好似变了一个人。对于师兄来说，烟儿你始终是最重要的。大地感动不已，为了师兄人家还要去世，秦深目的达到表示暂且不用，等苍穹原界庆典你再按我的指使去做。呵呵，一点甜言蜜语就爱得我死心塌地，我这该死的魅力啊。贺狗气到冒烟，这两人怎么总不忘算计我这点精血，亏你秦深还是主角有本事去自己升级，可自己玩游戏时并没有关注庆典大会剧情。就在这时宁一晚真的来了。狗狗你怎么又在这里？秦深也听到了动静，贺狗无语，今天怎么都来小树林聚会。师姐好奇的顺着贺狗的目光瞥去，那边是秦师兄和谁。秦深则是暗道一声不妙，细微的表情瞬间被柳如烟捕捉到。小狗狗去陪我打个招呼。真巧的秦师兄，这位是你的道侣吗？如烟听完很是受用，刚想说话却被打断。师妹千万不要误会，我和他没有半点关系，只是出来一起散步。师兄你在说什么？师姐却没有在意，那你们继续散步吧，告辞了。却发觉秦深欲言又止，没什么事，师妹你慢走了。看着一晚那青春灵动的身影，秦深怅然若失，她真的好美。曾几何时这美丽的仙子本应属于自己，不知为何如今却与自己渐行渐远。看到她的吃样，大地醋坛被打翻。他宁一晚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个毫无情绪的木头。可看师兄对他的态度，秦深却下定决心必须得到宁一晚，毕竟他的灵瑶之体对自己太重要了，而这一切必须有身后这个备胎的帮助。如烟，我真的离不开你。师兄你说的是真的？没错，我能相信的人不多，你是我最放心的。柔情的话语瞬间让大地忘记方才的不快，可是其刚刚凌厉的眼神已被秦深尽收眼底。但是只要自己想，还不是将这个女人轻松拿捏。另一边贺狗二人回到苍穹原界，眼见四下无人，师姐蹲下表示刚刚就想说，狗狗你好像又长大了一些，可是再长大一点人家就抱不动你。说话间宠溺的摸摸狗头，娇憨的样子让贺狗不禁心跳加速。贺青阳你要清醒一点，他宁一晚可是注定要杀了你的人了。可是自己穿越后改变了不少剧情，也说不定会改变炮灰的命运。算了，万一他发现自己犬妖的身份，我就变成他最爱的狗子，料想他一定下不了手。想到此心情也因此变得大好。而不出意外，此番又被师姐带回宿舍。仙子瞬间放飞自我，狗狗我好想你，小狗狗身上的味道真好，乖乖等在那里不要乱动。说完又是大家最不爱看的画面，我真是做狗有做狗的好处。一切准备妥当，师姐也表示罢了。小狗狗我们要睡觉了。月儿爬上树梢，柔光如梦似幻，如此美好的夜晚贺狗又怎能入睡。灵瑶体淡淡的香味让他心潮澎湃，可为了安全自己只能抛弃美好，若是不小心变回人形自己小命不保。哪知这次师姐长了心眼，小狗狗你又偷偷溜走，看你跑哪里去。贺狗则是决定
定在庆典中自己闭门不出，看那琴声能把自己怎么样。却不知师姐已在暗中跟踪自己。狗狗这是要去哪里？回自己的家吗？可这家伙为什么不喜欢和我睡在一起呢？不对，这不是去贺师弟宿舍的路吗？众所周不知，妖族与人类终究不能结为道友。然而贺青阳表面对师姐保持距离，可在内心深处，师姐的位置早已不可代替。上集说到贺青阳以犬身逃离师姐的宿舍，却没发现宁一晚这次终于起了疑心。这不是贺师弟的宿舍吗？狗狗为什么要来到这里？然而贺青阳却浑然不知。师姐在门口伫立良久，强烈的疑心让他忍不住推门而入。然而师姐却什么都没有做，落寞的表情中赫然现出一分释然。次日贺青阳早早来到掌物阁等待师姐，明明约好今天一起来取第三个任务，哪知却等来最最厌恶的琴声。而其永远是一副伪善的面孔。面对这伪君子男主的邀请，贺狗表示不必。师尊让我和师姐一起领下个任务的，抱歉了，师尊拿你当挡箭牌。却听琴声表示，听说您师妹一早便已离开了苍穹元界。贺师弟，你莫非是听差了？原以为宁一晚对这小子有些好感，原来也只当他是普通同门。看来我拿下师妹的胜算还是很大的。贺青阳很是尴尬，想不通师姐为何不告而别。算了，还是去找师尊问问清楚。望着他的背影，琴声现出一抹阴鸷的笑容。而随着呼唤师尊，白灵水猛地现身。当听闻贺狗叙说了来龙去脉，师尊也是疑惑。他很少不告而别，莫非是出了什么事情？再说就算放你鸽子，按理说也会和我打个招呼。难道是什么？难道是和他父母有关的事情？记得我之前曾与你说过，只要是跟他父母之死的线索有关，他就会失去理智。而你何不去掌物阁问问他接了什么任务？师尊别闹，他接的任务我应该接不到。如果你想去找一晚，就拿着这个令牌给管事的人，就说白灵水让你接的。什么？一点都不考虑就答应了？白灵水呵呵一笑，有点意思。而掌物阁原本秩序井然，一个身影猛然出现，给我记上我要接宁师姐那个任务。小子，你知道那个任务是什么等级吗？不管什么等级，这是我师尊白灵水的令牌，他让我接的，你只管给我安排。怎么你们一个个都不怕死呢？早上一晚那个丫头也说是师尊让他接的。别耽误时间，我先走了，麻烦帮我记录。管家大喊小伙子等等，却早已不见人影。老头一声轻叹，要是没出意外的话，一定会出意外了。说完在案上写下端正的字体，野风寨案，等级星级。表面看是小小的灵宠，暗地里却是一只超大的萝莉，不仅每天可以帮你暖床，在你需要之时还能满足你任何愿望。就在刚刚，由于担心宁一晚的安危，贺青阳接下同一任务，丁明很是担忧。公子可知这次的级别可是星级，听闻只有元婴境才有活下来的几率。看到贺狗如遭雷劈，丁明提议怕的话公子不妨去换个任务。却见贺狗嗖的一声站起身形，不必，作为女主宁一晚可是活到了最后，只要抱紧他的大腿应该没有问题。再说真男人怎能临阵退缩，大胆去干便是。而消息也很快传遍苍穹元界，作为异闻录主编自是少不了郑青青前来打探。师弟，你昨天与琴声摩擦之后，看他明显轻松许多，难道是为了宁师姐争风吃醋透露一点行不行？不行！贺狗大笑一声，跃向半空，让八卦师姐气到不行。另一边，宁师姐已赶到野风城寨，贺狗快马加鞭紧随其后。毕竟做完第三个任务，自己便可离开苍穹元界。而在野风县唯一的客栈，宁一晚依旧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态。虽然表面是众人眼中的天之娇女，可孩童时悲惨的遭遇何人知晓？恐惧的烙印又何时能够抚平？以至于如今总是拒人于千里。不觉旁边有意，月华连梦出击，来人竟是赶来的贺师弟。仙子掩住心中波澜，师弟你为何会在这里？我与师姐接了同样的任务。仙子脸颊不禁泛起红晕，却没问起来由，只是问道，你可知这是星级的任务吗？贺狗苦笑，接的时候倒是没有注意。笨蛋，知不知道金丹以下必死？老六挠挠头，与师姐一起我不怕，还有正好可以和师姐你学习技法。却见仙子脸一红，难道就没有别的理由吗？说完不等贺狗回应，砰的一声关上房门。连丁敏都听出最后一句不太对劲，而看到贺狗躺平，丁敏嗔怒，你怎么能睡？难道公子不为明天的任务做些准备？你错了，韬光养晦是现在最好的选择。说完猛地薅住丁敏的衣领，赶一天路都累了来当公子的抱枕。公子抱太紧，我胸口喘不上气。贺狗一脸坏笑，谁让你发育的这么扎实。第二日，师姐望着贺狗的房间，回想那一晚狗狗确实消失在师弟的屋中，可很显然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若能回去自己一定要调查清楚。感受到来自师姐的威压，贺狗一头雾水，难道早上说错了话？师弟我再说一次，星级任务金丹以下致死率 10%， 你现在退出依然为时不晚。可看到贺狗依旧风轻云淡，算了，随你吧。转过头，脸上却现出一抹浅笑。而此刻野风寨的门口人来人往，很明显寨民的气息发现不出丝毫异常，每次到这个时候便会派出丁敏前去查探，但这次根本嗅探不到一丝有关魔族的气息。可星级的任务显然不会定错，贺狗正要询问任务牌由何人所致，却见师姐已被仇恨冲昏了头脑，那个人就算化成灰自己也能认出来，不如我们直接进去，或许会有线索。宁一晚重重地嗯了一声，而很明显明媚的阳光下实则是暗流汹涌。